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委员40人，已足法定人数。报告全院委员会，现在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总统之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规定，提名许宗力、蔡炯敦、许志雄、张琼文、黄瑞明、詹森林、黄昭元等7位为司法院大法官，并以许宗力为院长、蔡炯敦为副院长，知请同意案。本案经本第二会期第4次院会决定，定于10月13日、10月17日、10月19日及10月20日上午召开全院委员会，并视为一次会进行审查，原以本次会议提出审查报告全院委员会。依本会期第4次院会决定，本次全院委员会对每位被提名人各党团分配询答时间为：民进党党团1小时，国民党党团1小时，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为30分钟。今天10月13日上午，先审查司法院大法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许宗力之资格及是否适任相关事项。党团询问顺序：依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之顺序，采即问即答方式进行。各党团得采联合询问，但其中人数不得超过3人。在进行询问前，先请司法院大法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许宗力说明，时间15分钟，请许被提名人宗力说明。主席，苏院长，还有各位委员，个人呢，承蒙总统提名为司法院大法官，并任司法院院长。那么今天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到大院接受审查，这是我个人的荣誉，个人也感到非常的惶恐。总统提名我担任司法院院长，托付我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司法改革，因此我有义务在这个庄严历史性的场合向大院简要报告我对司法改革的一些看法。总统于就职演说提到呢，要召开司法改革的国事会议。之所以要召开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就是因为司法公信力不彰，民众对司法的信赖度不高，所以要司法改革，就是要厘清司法公信力不彰的各种可能的因素，然后多管齐下，驱除病因。司法公信力所以不彰，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是因为审判不独立以及司法风气不佳所致。那么现在随着解严，我们送走了威权体制，迎来了自由化与民主化，政党政府干预审判可以说已经绝迹，司法风气也已经大幅改善，可是公信力依然不彰，主要应是裁判品质有待提升，或是跟人民的法感有明显的距离所致。那么如何提升裁判的品质，并拉近跟人民的法感的距离，那么以下提出一点浅见，那么就叫各位委员。首先呢，我认为提升裁判品质的不二法门，就是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
目前法官的工作负担沉重，牺牲假日，这已经是常态，甚至呢，都还牺牲身体的健康。当工作负担沉重，要求提升裁判品质，就如同缘木求鱼。那么要减轻工作负担，除了国家应该投注更多的人力资源与法官外呢，同时应该要检讨如何减少送员，让案件量在三个省级呈金字塔化，是必须实践的目标。1999年的司法改革会议已经就这一个金字塔化的方向已经做出建议。我个人理想的大致的内容就是一审采坚实的事实审，二审采部分的续审制内容的事后审，三审是严格的法律审。那么这一个金字塔型的这种诉讼结构，省级的结构强化一审是关键，然后再配合释放上级审部分人力到一审，这是未来努力的目标。那么相关的制度与配套设计，我相信可以在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呢做进一步的讨论。第二点，法官裁判跟人民的法感有距离，也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低落原因的之一。那么除了加强现役法官的专业能力素养，在法官选任方面可以检讨如何避免过于年轻欠缺社会经验的人来担任法官。基本上法官选任避免单一来源，这是目前呢很多人都赞同的，逐年降低考试选拔者的比例，逐步提升律师、检察官与行政官遴选转任的比例，这是一个选项。要求有一定的律师或行政官等等工作经历，有一定的年限之后才有报考法官的资格，也是另外一个可能的选项。另外，如果全国各大学法律系全部改为学士后，应该也能够缓和法官过于年轻欠缺社会经验的现象。那么关于法官选任制度的改善，也可以在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做进一步的讨论。第三，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另一个关键是法官法律的见解不一致，民众无所适从，导致官司的胜负有时候是系于碰上哪一位法官的运气。以前统一法官法律见解的机制就是判例跟决议，可是这两者都不是裁判的作用，而是司法行政所筛选出来，可是呢，他们对法官的裁判却有强大的拘束力，难免遭受司法行政侵犯审判独立的质疑。并且判例有拘束力的另外一面，表示没有被选为判例的所有的其他裁判先例都没有拘束力，所以无形中鼓励法官在判例之外以审判独立为名各吹各的一把号，反而有恶化加深司法见解歧义之嫌。所以我要呼吁一个观念，最高法院就包括最高行政法院，每一个判决都是判决先例，都应该对下级审有相同的拘束力，经由审级制度达成垂直统一法律见解的目标。可是最高法院判决对下级审有拘束力的前提是我们的最高法院有很多庭，庭与庭之间自己也必须要统一法律的见解，否则就没有资格要求下级审也去遵守最高法院的见解。而要达成水平统一最高法院法律见解的机制，应该就是设置一个大法庭，由有意变更判决先例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向大法庭申请审判。法律见解的歧义，除了可能出现在最高法院各庭之间，或者最高行政法院各庭之间，它也可能出现在不得上诉第三审案件的终审法院的各庭之间。比方说侮辱罪、诽谤罪，这些是不能够上诉三审，可是呢，只有到二审就结束，那么他们也常常之间会见解不一致，所以在这里也应该有跟最高法院大法庭类似的一个机制的存在，来统一不得上诉第三审案件间的法律见解。第四点，让人民参与审判，如何使法院判决不至于跟人民的法感过于脱节，这是一个方法。方法之一就是让人民参与审判，使法院的事实认定跟法律的适用
可以纳入不同领域人民的经验、法则与争议的认知，以降低由职业法官独揽审判权力所可能出现的风险。人民参与审判已经广为欧美日各国所采，虽然具体内容跟适用范围不一定相同，美日各国所采行，虽然具体内容与适用范围不一定，对不起啊，人民参与审判呢有不同的模型，主要有陪审、参审，何者较适合台湾，需要做更审慎的政策的分析，还有包括修法的幅度、社会的接受度、投注的人力、物力的资源，预计可以获得如何的成果，从规划到实践的时程等等，都需做进一步的细致的评估。另外，无论是采参审或陪审，都是非法律专业的一般人民参与审判，容易受舆论的影响。如何适度解决媒体言论自由与保障非专业法官独立审判空间两者间的紧张关系，这也是必须克服的难题。要选择何种人民参与审判的模型，这个也可以在司改国事会议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第五点，健全违宪审查制度，让人民也可以针对裁判违宪，也可以申请大法官解释。目前大法官只能够审查法律命令有没有违宪，不能够审查法院的判决。但我国目前很多法律的争议，并不是因为法律违宪，而是法官适用法律违宪所导致。司法院一向的态度，不希望大法官介入裁判违宪的审查，认为裁判如果违宪，终审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就可以把关，这样就够了。可是如果最高法院自己的判决违宪，那怎么办呢？如果不能够向大法官申请解释，审查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否违宪，将导致许多法律本身合宪，可是解释适用法律违宪而侵害人权的案件呢，就无从获得救济。为了使人权获得更周延的保护，我个人呢期盼能够修法，让人民也能够针对裁判违宪申请大法官解释。第六点，最后要报告的是司法院的定位。目前的司法院可以说，除了在大法官解释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是司法院它可以是一个审判机关。可是除了这一个大法官解释以外，所有的关于民刑行政诉讼的审判，在这一方面呢，司法院它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审判机关，它可以说是一个司法行政机关。那么司法院它可以说是在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之上的一个司法行政机关。那么这一种制度的设计，在全世界呢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特别。那么这件事情呢，在1999年的全国司法改革会议呢，已经有所讨论。那么当时呢，就已经做出一个决议，希望司法院能够逐年能够审判机关化。可是那么多年以来呢，到目前为止，除了在大法官的审判这一方面，司法院可以说已经审判机关化以外，那么在其他的民刑行政诉讼方面呢，到目前为止司法院它本身它并不是一个审判机关。那么我们的宪法也明定，司法院应该是要展理民刑行政诉讼等等的一个审判，所以司法院在这里如果没有审判机关化，可能跟这个宪法的规定会有所汉格。以前司法院的4-530号解释的就已经明白指出，司法院应该要审判机关化，自行掌理宪法解释、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的审判，还有公务员的惩戒。我想除非日后大法官变更见解，否则没有刻意
持不落实该号解释的道理，目标应该是确定的，至于方法是如何逐步落实，则可以进一步讨论，本人并不预设立场，毕竟这是一个庞大的修法工程，需要时间，需要特定定一定的时程，比方说短期、中期或长期的计划，也就是说需要一套循序渐进的修法的进程。各位委员，司改是一个庞大又复杂的一个工程，它的目标就是赢取、提升人民对司法的信任。提升人民的信任，在某方面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形塑培养的问题。它不只需要提供适合滋润的土壤，也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触可及。历任的司法院院长还有司法同仁们，在调配一个适合滋润的土壤，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并且也取得丰硕的成果。我愿意追逐前人的脚步，在前人奠下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迈进。任务虽然艰巨，但我会全力以赴，不负国人之托付。以上报告，请各位委员指正，谢谢。好，谢谢许被提名人的说明。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委员来询问。首先，请亲民党党团推派之代表周成委员秀霞询问，询答时间为30分钟。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啊！主席，有请我们的许教授。好，来，请许被提名人。许教授早。首先恭喜你被提名为大法官，并为院长。那教授，你从被提名以来，你这个法学素养还有你的道德操守是毋庸置疑的，你自己也知道，现在各界对你的指教最主要是集中在是否能再任大法官这个问题上。那不论是在法界学者上的意见的分歧，或者是在立法院公听会上专家学者的这一些不同的看法，你对这方面在你的这个自传中你也花了蛮大的篇幅去做说明。那首先我先请问许教授，大法官的任期是8年，但是你认为4年的间隔就是属于恰当的，请问你为什么不是8年而是4年呢？好，谢谢周成委员的这一个提问。这是因为呢，这一个当初修宪的时候呢，他是要用那个任期的那个交错制度，所以他当时一开始就是在2003年上任的那一次的那个大法官，他就分两批，那一批是4年的任期，一批是8年的任期。那么他是隔四年，他是希望说能够隔四年的那个有另外的一批大法官，能够在每4年能够有一批能够上任，并且也因为呢总统他的任期是4年。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从这里来设计，就是当时修宪的时候呢，它是预设呢，可以就是说呢，每4年就可以有一批新的这个大法官的一个上任。那我是从这里来看的。谢谢。因为每个大法官的看法都有不一样了。那另外教授你也说，这个不是违宪与否了，是四任与否的问题了，重点是国会的把关嘛，这是你说的。那我要请问就是说，如果国会同意您出任
那违宪以火就是国会的责任吗？是不是这样？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呢？违宪以火。我个人是认为呢，这一个总统他提名大法官呢，他是一个适用宪法的行为。那么立法院呢，行使同意权的一个决定，也是一个适用宪法的行为，对吗？你说对。那如果立法院如果有通过我个人的这一个出任这一个大法官的行为，那么基本上应该就是说是大院也是认为这个我这个在任是合宪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应该就是没有什么违宪的这一个问题。所以你认为没有违宪嘛？那如果有责任，应该是在国会吧？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说违宪啊。那连任跟在任的争议，我认为以后不能再发生，因为寻求连任的这个过程当中，比较会发生一些不当或者是对当权者屈从的这个行为。身为一个大法官，为秉持大法官对宪法的忠诚，未来在修宪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要明确规定不能再任？我想这个是大院的职权，那么我都尊重。那如果要修宪，那么要明白的跟德国或泰国一样呢，他们的规定就是明白的规定，就是不能够连任，那么也不能够再任。那如果因为这个也是会涉及到每个国家他的大法官的任期的一个长短，那么如果大院修宪认为这样子说不能够连任也不能够再任，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政治的决定，那么这个我都尊重。好，谢谢。那关于这个资格的问题，在1990年5月8日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里面的规定是，大法官应该具有曾任大学法律主要科目教授10年以上而有专门著作者。那现行的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是，曾任教育部审定合格之大学或独立学院专任教授12年以上，讲授法官法第五条第四项所定主要法律科目8年以上，有专门著作者等等这些资格。那教授再请问你，你的年资这一次是15年，那上一次是11年，所以资格是符合的，对吧？对对对。对，好。但是教授，我在你上次的资格的定义我对你这些定义有一些疑问就你所提供的审查资料里面曾经在84年的2月到87年的1月，总计有3年的时间是担任行政院的公平会委员那如果扣除了这3年的年资，其实上次是不符合啦，这一次是勉强可以，上次是不符合，你可以说明一下吗？你说上次是有担任公平会委员3年的时间嘛？从84年2月到87年1月，这3年的时间算吗？你这个3年时间，其实我也是担任教授，我也是在讲授主要的法律科目，因为那时候并没有辞职。但不是专任啊。对，那个你是说我2003年担任大法官当时的年资？就84年2月到87年1月啊。对对对，那时候是有戒掉，没有错。对，那时候也是专任啊，所以不是专任，这个年龄应该不能算进来吧？没有，那是专任，那个戒掉还是专任？还是专任吗？对，那再请问你，担任行政院公平委员会所领的薪资是公平会的薪资，不是台湾大学的，是吧？对对。我认为当年担任这个行政院公平会这3年的资历你说是专任的，是专任的吗？如果不是专任的，应该就不能记进来了。确实是专任的，根据我们目前的规定，戒掉他并没有辞职。没有辞职，所以对对，并且也有义务回学校授课。所以
因为如果是有宪法争议的院长啦，那未来要取信于社会大众跟带领司法同仁，在这个结果上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想不要有争议啦，最好要把它厘清。另外公务员服务法里面的规定，公务员除法令所规定以外，是不得兼任他项公职或业务，依其法令兼职者不得兼薪及兼领公费，有这项规定对吧？那本席想请教教授，你是不是跟最近卷入兆丰金案的这个润泰集团总裁尹衍玲有熟识？不认识。不认识吗？那我翻阅了你送来的这个报税资料，里面有发现，在102年，许教授你的总得是297万元，当时教授您是台湾大学专任教授，薪资是121万，但是同时却有尹衍玲总裁堂奖交易基金会的薪资50万，以及辅仁大学的薪资50万元，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你这个兼职所得的情况，以及有没有违法的问题，可以说明一下吗？这个并不是兼职，那么在辅仁大学里面呢是兼任教授，这个专任教授是可以在其他学校兼任，只要不超过4个小时，这个是也是教育部的一个规定。那么至于这个尹衍玲先生，我个人是的确不认识。那么我实在是不知道，我不过因为是在大院，我必须要说明，就是因为堂奖他有一个奖项就是法治奖，那么他这个法治奖就是要从世界各国的优秀的这个法律人员呢去选拔谁是可以担任这一个年度的堂奖法治奖的得奖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有一个选任小组，那么这个选任小组有我们国内的的教授，然后还有来自世界各国，人数大概有10来位。那么这一些如果这个您从那里看得到我是从堂奖基金会拿到的那个报税的那个资料是从那里来，那就是我担任这一个堂奖基金会法治奖的这一个这个选拔委员的那一个所得。好，那像兼任所得兼任这部分有没有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呢？这一方面因为就是一个只是一次性的，就是这个一次性的，我已经忘了有没有经过，但是这个应该是没有违反规定的。没有违反的规定，因为我看起来那个兼职所得之高了，跟薪资是相当的。对，因为那个对，我们会怀疑是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啊。那再来请教一下教授，就关于性交易是不是合法化，教授你曾经在这个解释文的第666号协同意见书里面提出，成年人间自愿的性交易行为，若不涉及于第三人具体利益的侵害，即使社会多数人的性道德情感倾向于认为良好的性应不涉及对价，或应发生在婚姻关系之内而非萍水相逢的双方之间，国家也不得仅因多数人轻贱及金钱涉及金钱交换的性行为而以刑法非难之。教授请问你是不是认为性交易应该合法化，应该要除罪化是吗？我们目前就已经除罪化了，目前的这个性交易这个并不构成犯罪。那么你也赞成合法吗？合法化吗？我个人是认为，这是一个利益衡量的问题。如果性交易我们认为是不合法要处罚，那么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就是说它反而会让这个性交易呢这个地下化。
那么地下化呢，这个就是说会让这个性交易会被黑社会所把持。那么所以最后我个人是认为说，很多那个从事那个性交易的这一个这个这些人，他其实很多是来自那一个就比较是中下阶层的那个女性。那我是觉得如果不合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他们呢会被黑道所控制所把持。所以与其这样子呢，我更是认为说呢让他合法化，然后呢能够有一个有肯定就是公开的一个机制来管制。那你也说国家并非不能管制性交易，正如其他行业一般，性产业可能伴随诸多不良的外部效应，需要国家管制的介入方面啊。所以感觉起来你是支持的啦，不要解释太多，解释太多这就很复杂的啦。那教授你也说，其实如果立法者不是采取全面的手段，而是合目的性的鉴于政策需要，对从事性工作之方法、时间、地点等执行职业之自由予以适当限制，例如划定合法的营业区域、发给执照、强制定期健康筛检，一得一失之间，何者明智已不可言喻。这都是你的说法。所以教授看起来你支持县市政府在地方设立性的性交易的专区吗？地方我是可以啊，哈，我已经写过了。那解释文第666号也解释指出，他们是在多重的弱势下交相逼迫痛苦而坐，在国家对此有所回应之前，廉价的娼嫖揭发绝对不该是选项啊，哈。而且立法院在100年也已经修正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1(1)(1)，也规定直辖市的县市政府得因地制宜制定自治条例，规划得从事性交易之区域及其管理，哈。那教授再请问你，如果县市政府不设立这个专区啊，性交易专区，有没有违宪之余呢？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够说，或许当时大法官的解释呢，留下了这一个尾巴呢，就是我们当然是认为是要尊重大院呢，来针对这个到底要如何的开放，因为如何的开放呢，是有一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选项，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希望说留更大的一个政策的决策的空间呢给立法院。那么，大法官呢最好不要僵死。我们本来是认为说呢，应该是立法院应该是会做开放的，而结果这种新的一个立法，却是交给地方政府来决定。那么地方政府呢都没有人愿意。不过这个问题我只能够说，法律本身它并没有说呢这一个不准开，它是说由地方政府来决定。我个人认为在这里应该不至于说是法律本身是违宪的，是地方政府他最后呢没有一个县市呢愿意这一个开放，那么这个适用的结果变成这样子。所以对这个事情你也觉得非常的为难，很难，我很无奈啊。好，谢谢啊。再来谈一下我们台湾是不是主权国家的问题啊？根据立法院的公报载明啊，教授您在立法院审查大法官的时候回答钟少和委员的询问时候表示，中华民国当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至于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方面，由于台湾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所以在这个脉络上当然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你说的话对吗？这是2003年啊，对吧，这是你说的吧？应该是。所以根据你所说的这个话，我本席想了解一下最近
有部分的国人主张要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那你觉得这样恰当吗？可以成功吗？能不能成功，我觉得比较困难。不过这种政治的问题呢，那以后如果担任大法官呢，我更是认为说这种政治的问题，我实在不适合表示意见。因为我觉得跟你所说的话是互相冲突的，哦，所以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回答，是不是？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们当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么能不能够申请进入联合国，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国际政治的一个客观的一个限制。那我相信不管我们是用中华民国用台湾的名义呢申请，到目前为止呢都可能有它的一个困难。用台湾是非常困难，因为现在国际上也没有承认说台湾是一个国家，是不是？我只能够说台湾目前它还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国家的名称，但是我认为台湾，我认为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谢谢。有时候这个都是在文字上打转呢，哈。那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了，哈，基于保障言论自由的前提之下，哈，我们不能去否决每一个人哦表达他心中自我看法的主观意愿呐，哦，那是大家个人的自由言论呐，哦。那这个预算案呢，是经过立法院通过以及总统公布以后，视为法定预算哈，其形式上与法律上是相当的，是一个措施性的法律哦。解释文里面第391号哈做。著有解释哈，你认为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政府如果编列预算哦，以台湾的名义来加入联合国的话，而不是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来加入哈，那这样的话，在法的方面来说是适当的吗？我个人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看法，我个人认为说呢，台湾。我们这个目前呢，我们的国家的名称呢，就是中华民国。那你如果要以这个中华民国的名义，那因为台湾在世界上呢，也是认为说，台湾就是一个通俗上我们都认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在公文书上啊，我会认为是就是用我们正式的一个名称，就是中华民国，来那个去申请加入或者是去编列预算。那么用这一个台湾的名义呢，我个人认为说这是一个通俗的，我们大家一般所认为的，因为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国人都会认为我们国家也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所以我也不认为说这个绝对不可以了，但是在公文书上呢，我想可能就是中华民国可能是比较适宜。是哦，要用台湾。我想也应该是很困难，但是现在民意高涨哦，也有自由言论了哈，所以我在这里也跟你做一个请教哈。那再来就是关于司法的审判机关哈跟行政机关争议的问题了哈。根据你的自传里面说。应该在终审法院里面设大法庭，重建统一法律见解的机制。你也提到530号的解释文哦，里面哦，不能视而不见，司法院需对审判机关化有所作为哈，哦。那请问教授，你认为应该在终审法院设置大法庭，是指在最高法院吗？还有最高行政法院，还有最高行政法庭，在576号的解释文里面，您跟杨仁寿、林子瑜三位大法官的协同意见书中言辞批判呢，现行最高法院判例制度哦，已有违反宪法权力分立与独立审判之余，进而要求判例应该要结合个案事实，
不应该成为抽象的法规哦。再请问许教授，终审法院设置大法庭统一法律见解的机制，是不是有违反宪法权力分立跟独立审判这个疑虑呢？不会啊，因为大法庭它是在那个最高法院内部设置的一个审判庭，那他也所以说呢，由大法庭来统一法律的见解，他是用审判的方式，也是一样是透过一个判决来统一法律见解，所以不会说导致用司法行政权来这一个干预到那个审判独立，这个是不会的。这反而这个才是比较合乎审判独立。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说不要叠床架屋，不要有叠床架屋的情形，能够把它理清楚。那530号的解释文里面，司法院本身是具有最高行政机关的地位，致使最高法院审判机关与最高法院行政机关分离，为其符合司法院为最高审判机关之制宪本旨，应该检讨修正司法院组织法、法院组织法、行政法院组织法以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以符合制宪体制嘛，这都是解释文里面的意旨。那请问教授，你支持废除最高法院组织而由司法院来取代大法官吗？我是认为如果司法院审判机关化以后，那么这一个最高法院还有最高行政法院的这些个体，它其实本身就变成是司法院的一部分，所以以后就是说变成是司法院的，比方说民事法庭、司法院的刑事法庭、司法院的行政诉讼法庭，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体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司法院会跟那个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都合并成司法院。好，谢谢。那接下来是请教参审与陪审的争议问题。教授，您表示官审制筹划很多年了，但是只官不能决，比较难引发共鸣，未来应该要确认只适合在参审与陪审乃至某种混合类型之间来做抉择。初步的看法似乎参审是可以先行，但是陪审要大幅改变诉讼的制度，可以作为远期可能的目标来研究规划。请问教授，根据您过去的言论的这个判断，你的倾向是参审制吗？是吗？我想呢，因为这一个很有可能被纳入那个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一个议题，那我想我就在这里呢就不坚持不谈我个人一个看法，我要尊重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一个决议。要尊重，如果司法改革国事决议是参审，那么我会朝参审的方向努力；如果决议是陪审，那么我们也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那是你个人的看法啦。那的确啦，参审跟陪审它是各有优缺点啦。全国司法改革会议要在年底召开啦，如果做成推动陪审制的这个共识，那你也是会来尊重啦。你的意思是这样啦。我觉得不论是采取参审或者陪审啊，都是由非法律的专业的庶民来参与审判的，很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那要如何适度解决媒体言论自由以保障庶民法官独立审判空间的紧张关系，这也是一道必须要去克服的难题。所以教授，您对有什么具体的想法跟做法？你对这个这个首先呢，我们当然是希望媒体能够自律。那其实呢，就是言论自由是绝对我们都应该要尊重的，应予保障。那只是说另外，如果说
媒体的评论如果影响到被告公平接受审判的这个权利，这个也是我们同时要兼顾的。所以如何在这个言论自由跟被告接受法院公平审判权益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要克服呢，其实世界各国都它的规定都不大一样。我们目前的法律其实有限制，只是说依我所知几乎就成为据文。我们的广播电视法有规定呢，就是说广播电视节目呢对于在侦查还有诉讼系数中的案件呢不能够评论，还有对于那个参与办案的司法人员也不能够评论。只是说依我所知几乎那个条文呢都是形成据文，没有什么在实施。那或许我们应该来考虑为什么他没有真正去落实，那也有可能是认为我觉得这个法律可能也有问题，是不是涵盖过广。比方说呢，他没有，比方说没有区分民事跟刑事的案件，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如果是民事案件，可能就媒体去评论这个，我觉得大概就比较问题比较少。那么这一个法律的主管机关，它又是 NCC， 那 NCC 呢，它算是一个行政机关，所以由行政机关来判断说这一个言论有没有逾越界限，那有没有这个干预到让人民接受公民审判的机会，这个也是有一点争议啊。所以我是考虑说，是不是可以修法啊？由法院来决定，由法院来发，必要的时候一个案来决定发 injunction， 就是禁制令。那违反禁制令才考虑说是不是怎么样来进一步来处罚。好，谢谢。好，谢谢徐法官。谢谢。好，谢谢周成委员。谢谢许教授。继续。请时代力量党团推派自代表委员询问，询答时间共为30分钟。首先请黄委员国昌询问。谢谢院长，有请被提名人许宗立教授。请许被提名人。薛老师您好，虽然作为法学的后进呢，那过去也拜读你很多文章，不过立法委员职责所在，那我今天就直接切入正题。第一个，刚刚院长在前面说明的时候提到了，不管是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最高法院的改革、学士后法律，其实我觉得这些措施啊，我们如果回顾过去台湾这十几年来司法改革的历程，有很多是在1999年全国司改会议就已经做成了结论，但是17年过去了，这些改革的议题还留在原地踏步。那甚至后来所推动的学士后法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甚至很多大学法律系的教授自己都跳出来反对。那我要跟许宗立教授分享的一个观念是说，刚刚有委员恭喜您被提名但是我想要跟您讲的是，如果本院通过同意权了以后，任重而道远，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那我希望许宗立教授在接下来司法院长任期的过程当中，你会遭遇到非常多的阻力，非常多扯后腿的行为。我第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对您的学养，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质疑，但是我想要先请教您，你有没有那个信心，你会有魄力把这些司法改革的措施逐步来完成？我会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呢 去落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我
这一任呢，我觉得是最有挑战性变最有意义的一个 calling， 对我的一个召唤，所以我一定是全力以赴啊。带着钢盔往前冲，会有非常多的阻力啊！我相信你曾经如果听过翁岳生院长，听过他在任内推动改革所遭受到的困难，你应该心里有数啊。接下来的挑战会有多重大？来，我现在切入啊正题，第一个。您的法与国家权力啊，这一本行政法的著作可以说是每一个法律系的学生必读的教科书。我现在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啊，是我们的劳基法36条规定，劳工每7日中应有1日之休息，这个法律上面的定性是一个强制规定，不可以合一变更，除非有法律例外的事由。请问劳动部可不可以透过行政规则来变更这个法律适用的范围跟内容？我讲的行政规则是行政程序法159条第二项第二款，也就是透过行政规则把这个法律的切割适用成两个世界。原则上的世界是7天休1天，工作时间不可以逾6天。另外一个世界是只要是劳动部他公告的行业可以超越这个法律的规定，可以连续工作12天。请问行政机关依照行政程序法159条第二项第二款的行政规则，能不能够去变更立法者他在这个法律适用上面？行政规则它的性质之一有一个就是解释法律的行政规则，没错。所以它的目的呢，它只能够落实具体化法律的规定，没错。那么它当然是不能够逾越法律本身的一个范围，也没错。那行政规则可以把法律，你说行政规则要去解释法律，我接受啊。行政规则可以把法律的适用切割成两个世界吗？我只能够说行政规则不能够逾越法律。如果逾越法律，徐老师，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行政规则可不可以法律的适用？说 A 类的人这样子用 ，B 类的人这样子用。法条的适用必须要有普遍性、一致性。如果行政机关要对它的内容做补充的话，也应该要遵循普遍性、一致性，不可以差别对待。不晓得我这样的法律见解，徐老师您认不认同？原则上认同的。对不起，我没有听到您的回复。我认同的。那所以你觉得行政规则可以做这种事吗？行政规则我只能够说它不能够逾越法律，如果逾越法律的话，本身的确就会有问题。我现在可以跟徐老师吼分享一个看法，就是不仅仅是实务上的法官已经公开投书反对，在这一次司法院大法官的被提名人我们所丢出去的问卷当中，我第一题就问这一题，回来有勇气明确表示见解的全部认为行政机关用行政规则不可以这样恶搞。我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就是今天不管提名你的总统是哪一位，提名你的政党是哪一位，全体国人对接下来大法官的职责就是宪法的守护者，不会因为提名你的人总统以及他所属党派的属性而对你接下来对于权力分立还有人权保障的这一个宪法守护者的工作产生任何的影响。我希望徐老师如果上任了以后，接下来某一天遇到这样子的事件案的时候，能够秉持着您在写法与国家权力这本书的初衷以及过去作为宪法守护者的精神，什么样的情况违反法律优位，什么样的情况违反法律保留，该明确说的就要明确说。如果行政机关可以用行政规则这样子搞的话，那我都不知道我们的立法院存在有何目的。这不是应该透过法律修正来变更法律的适用范围，有再正当的理由，在任何法治的国家当中都不应该这样子恶搞。来，第二个问题，总统的职权跟宪法界限。您之前在双手掌制的评释当中的时候啊，曾经说过，行政院长是总统所任命，不用立法院同意。解释上，总统对他也有免职权，国家安全大政方针有弹性。到最后的结论呢、啊，就是实务的操作上面，我们最后的行政院长，除非没有恋战之心，要不然都会沦为总统的幕僚长。如果要摆脱这个宪政上的困境，我们又要维持总统之民选，修宪朝总统制变革是最可以考虑的选项。请问您那个时候所表示的法律见解，现在有没有变更？基本上我是认为，如果是总统民选，我更是认为说比较是朝总统有实权的一个方向，总统制方向去变更。在实质的宪法解释上面啊，我事实上是赞同徐老师的看法，因为
在民主国家当中，权力的来源就是人民嘛，真的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就是那个总统。那你要那个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总统，除了所谓的国防跟外交两岸没有实际上面的权限，反而把权力交给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民意的基础，甚至没有经过立法院同意的行政院长，这样的宪政体制啊，非常的怪异。但是我现在接下来要请教的是，蔡英文总统为了要使得他的执政更为顺遂，他召集了所谓的执政决策协调会议，而这个执政决策协调会议当中，里面不仅仅有行政院的院长、副院长，还有民主进步党的秘书长、党职人员，还有立法院党团的干部，甚至还有民进党的智库。请问您觉得这个执政决策协调会议有没有跨越总统在权力分立原则下面的宪政红线？他如果不是一个法定的，他可以说是一个他绝对不是法定的，现在法无明文规定嘛，所以才会有非常多法界的先进关心台湾民主宪政的很多朋友，他们前两天发了一个声明，说他呼吁蔡总统停止违反宪政、破坏行政立法分权制衡的总统府外挂决策协调会议。请问您对于您这些法界的同僚所表示这样子的法律见解，您赞不赞成？我没有看过这一个我的同仁呢，他们所写的。不过基本上，我认为说就是应该要照着那个宪法的那个机制来走。那如果说目前，我相信呢，我也同意照目前我们宪法的规定呢，总统有很多无奈，所以我觉得是最后呢，我是希望说大院能够考虑修宪。修宪啊，我100%，我知道是有困难，我都赞成。我也了解蔡总统他现在所面临啊的困境，但是我非常的担心啊，是这样子的做法在宪政上面的争议，如果有法界的学者，而且这些人都是长期关心台湾民主宪政发展的人，提出这样子的呼吁的话，那徐老师，您认不认为蔡总统应该继续这个所谓的执政协调会议下去？我觉得确实是值得进一步去考虑的。好，您讲到解决法官案件量负担过重的问题，淘汰不适任的这个就是我有很多，包括我自己的学生都在当法官、检察官，我完全了解他们在第一线工作的辛劳。所以对于您刚刚所提的，要如何解决法官跟检察官他们工作量负担过重的问题，这我100%的赞成。而这个又会直接的去连接到，您刚刚所说的建立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把二审的人力 往下拉，让第一审可以完全充实，这个我100%都赞成。但是当您上任院长了以后，你一定会第一线感受到来自所谓司法老鸟他们的抗拒，那个压力到底有多强。那第二件事情我想要请教你的，就有关于现在法官兼跟检察官的评鉴制度，您认为有没有发挥当初立法他应该期待他发挥的功能？是现在的运作的很好，还是现在的运作离当初人民希望淘汰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还存在有相当程度的落差？我个人是认为说呢，什么是那一个不适任的这一个法官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很精确。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要靠那个立法一个进一步是实体要件嘛，什么是不适任的法官？另外一个是程序的参与。所谓程序的参与，是现在法官跟检察官的评鉴制度当中，过去积极的去关怀这个评鉴制度的民间司改团体，他们也提出了，包括我自己都曾经经历过，我可能是当初符合法官法去提出评鉴的团体，但是那个团体对于受评鉴人他所表示的意见没有 respond 的机会，也就是那个程序的参与权，基本上的程序正义被剥夺了。徐老师，您认为这样子的设计合理吗？如果从正当程序的观点的话，如果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有 respond 的一个机会的。好，那这样子您愿不愿意承诺，当您入主司法院以后，就法官评鉴制度最起码在程序参与公平性的问题马上着手改革，这是你上任
作为司法院长马上就可以做的，完全不需要立法院这边同意。我如果有幸的这个通过审查，那么呢，我如果担任司法院长，我会来进一步来检讨这个问题。好，下一个问题哦，因为接下来啊，您也是整个司法院的大家长，那这个伦理分际的事情，我看得非常非常的重。现在司法院实务上面运作的状况啊，您大概去请教一下，有接受过司法院委托的学者都知道，您自己也做过很多委托研究计划。司法院的委托研究计划跟受委托者彼此之间有一个自适的合约，那个自适合约是你受委托了以后，你著作上面的产物啊，著作财产权是完全归属于司法院。那当然啦，作为一个政府机关，在委托研究的时候，著作财产权的归属这一件事情，到底是应该要留在原来受委托人还是委托机关，这个在政策上面您可能上任了以后可以去进一步的去征询更多的意见，看这样会不会减少学者愿意接受委托的意愿，这个我没有太强烈的看法。但是我现在要讲的事情呢，是如果这个东西的著作财产权是属于司法院，请问司法院谁有权利？谁有权利去抄这个著作的内容，然后发表成论文，去 claim 说这个是我自己的学术著作？徐老师，你认为这样子的举措适当吗？这个是最基本的学术伦理哦，跟作为一个公务员甚至是有法官身份伦理守则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在台湾到目前为止还在打迷糊仗，还在打混账，这个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你以后会允许你任命的秘书长去做这种事情吗？这个到时候我如果担任那个司法院长，我会再进一步来检讨这个问题。没有，你那个著作权的归属齁，你会这个是进一步的检讨，这个我了解。但是徐老师你应该了解，我在讨论的是作为一个法律人，你可以把司法院的著作财产权据为己有，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吗？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吗？这个从学者的立场，这个真的是会有问题。你说从学者的立场是怎么样？我认为这件事是有问题的。那从司法院的立场呢？如果您作为司法院的院长，发现你的秘书长做到这样子的事情，你会采取什么举措？我认为说呢，这一个应该谁来代表司法院，这个由这个来这个机制来决定。那如果没有经过院长的一个允许，我想这一个应该是不可以。没有经过院长的允许，秘书长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吗？对，他不能够代表。即使是经过院长的允许，上面是不是要标明这个是一个委托研究计划，当初是别人创作而不是我创作的？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基本的分际应该要守好吧？对对，没有错。好，谢谢徐老师。那我接下来的时间请我下一位同仁徐永明徐教授。好，谢谢。好，谢谢黄委员，谢谢许教授。来，我们下一位请许委员有名询问啊。那询答时间十五分钟。许老师好哈。那其实很简单，先问一个问题。从一个法政学者的角度来看哈，你看台湾过去从民主化以来这些宪政实践的经验里面，你觉得总统适合兼任党主席吗？徐老师，好，你觉得总统适合兼任党主席吗？我觉得这很多问题哦，似乎都超出呢。我如果担任了一个大法官哦，是我应该要徐老师，我这个先从你还没有担上大法官呢，哈，之前有，我是说从一个法政学者角度，你过去的研究，你的看法如何？我看不出说有不可以的道理。啊，没有不可以的道理，哈。那当然，从法或宪法的规范上看是没有这个差，没有这个不可以的道理。那我要谈的其实是你在2013年宪法发展回顾这篇论文里面，其实你在1068页里面其实有提到所谓九月政争。回到前页，我想九月政争这个事情很清楚，那时候的马总统透过他是党主席的身份，透过党纪来撤销当时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党籍，
透过这个方式想要去换立法院院长。也就是说，在我们宪政规范里面，其实很重要一部分是规范这些宪政机构之间的关系跟游戏规则。可是当他透过他兼任党主席控制党机器的方法，他可以去换掉立法院院长。好，这个在许教授你那时候的论文里面你也探讨很清楚。好，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从宪法上来看，这是一个冲突的，是有问题的。可是他透过兼任党主席的方式可以达到的效果。好，这时候才产生三个问题啊，党高于政。这时候立法院院长的独立性存不存在？第二个，立法院院长如果是不分区的身份，他这个自由委任的角色的保障又在哪里？好，为什么徐老师这个问题很严重？这个上一届的会的院长是不分区，我们现在的院长也是不分区，我们现在总统也兼党主席，这样的情况下，党会不会高于政？宪政的分际啊，权力分立存在吗？我认为哈，这一个是宪法的一个规定，所以说呢，要不要换那个立法院院长等等，是应该依照宪法的一个机制来处理。可是他后面有一个政党的关系在那里，我觉得这个就是有问题，就是说不能够用党内的一个机制来变更宪法的一个机制。如果党内的这一个规定造成实质上的一个宪法的规定被规避，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在是会有问题的。他的问题会在哪里？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用一个党的一个规定变成是造成实质的一个危险。徐老师，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你也认为总统兼党主席没有不可以的道理，对不对？可是总统透过我们前面谈总统跟行政院长之间的分际。可是现在我们谈的是总统跟立法院之间的分际，如果总统透过党纪还是可以去处理这样一个不分区的立法院院长，他对立法院，我的意思说，我们宪法上讲的这个权力分立是不存在的，他会有很大的问题。当他发生的时候，那个就会变成一个宪政上很大的争议啊。我想这个你也讨论过，我是觉得说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你前面讲的修宪可以解决的。另外一个我要提的是2016年还在查水表，我想这个事情是最近发生的，这个关于这个劳基法一例一休，有一些社运的朋友去抗议，结果其中一个成员叫卢其宏，他在脸书po出一段这个派出所的员警，这是他家属跟他讲的，找你，然后这个家属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最近对政府不满而来了解，就问他你们要怎样。好，我想这下面都有非常多的东西，除了我划线的部分，更有趣的是，你自己要小心啊，要随时准备录音笔及手机录影以保护自己。徐老师，警察去做这样一个查水表查户口的动作，这个是合宪的吗？为什么在2016年的台湾，我们还在谈这种层次的人权保护？虽然大法官会议在535号解释，不过这是针对临检那一块的，他都讲得很清楚了。好，你必须有已发生危害或依客观合理对危害之处置。可是我们这边谈的，你看是警务条例第一个所谓情区查，它还不是第三条的临检。老师，徐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在目前已经自由化、民主化的时代，出现这一种跟过去戒严时期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的这些户口查类似的这种误查行为，我个人是感到蛮意外的。那这个真的是，可是你看哦，这是警务条例哦，第十一条，警察勤务方式，警政署给我回复是说。这是叫情区查，以家户访查方式担任犯罪预防，可以吗？可以到家户里面去预防犯罪吗？这个确实是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已经呢变成是一个有非常浓厚的恐吓味道的一个查。不只是恐吓啊，
警政署后来又跟我讲说啊，这个对于一些前科犯哦、烟毒犯，他们还觉得有这个 有必要到家户里面去领检，我们才能还是在公开场所到家户里面去，而且还定在法条里面，这个不是明显的违宪吗？至少这一个个案呢是明显的违宪个案，那这个法律呢？这个我们可以再来看一看的那个我会再进一步研究。好，徐老师，因为这个事情哈，其实对政府、对目前的政府、对我们的宪法、对我们的法治，其实都是一个耻辱啊。到2016年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哦，还人民还在讲说，我自己准备这个录音笔、录影来自保。我想这是台湾民主的耻辱。好，徐老师，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你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了，毋庸置疑啊！它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当然，它当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你觉得中华？你刚才前面讲中华民国也是一个主权的独立的国家。那请问，我们宪法里面增修条文的前言以及第11条里面讲，我们是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那想请问，这个宪法规范为什么跟我们？你我之间的认知差距会这么大？我想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会对他的一个解释呢，我认为说这一些宪法规范呢，可能是经过一个事实上的一个宪法变迁，那么它可能变成了留下的可能只是一个文字，那么欠缺规范效力。就比方说，我们宪法有规定呢，西藏地区啊、蒙古地区，这个都已经。所以你的看法是说，这已经行？许教授，你的看法是认为说，这个宪法规范是句文了，它跟现实的状况差距非常大。就经过宪法变迁之后呢，那么它的规范 那怎么办？规范那是不是应该修宪？它的规范力，我也觉得是已经而且更有趣的，我们前言里面还讲说，这是因应统一前之需要。这是全民的意志吗？这个宪法这个前言是我们现在台湾人民的意志吗？我们有希望在统一前来做这些事吗？为什么我这样问？许教授，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台湾的国家定位，这是在一本书里面叫《两国论与台湾国家定位》，你里面讲特殊国与国是现行宪法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你还是这样主张吗？这是我个人到目前为止都还是这么样的一个趋势。那我想问，我们宪法里面讲是一国两区啊，增修条文里面讲因应国家统一前是需要，你未来会当上我们的司法院院长，你的看法是特殊国与国哦，特殊我等一下再问，那这个怎么办？这个宪法的规范跟我们实际实践的这个宪政秩序好像有很大的差距啊。我个人认为说那个区呢，它在宪法上是不是一个建制单位？它没有一个任何的规范意义，它只剩下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宣示，它不会产生任何意义。所以你认为我们把区解读成国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区政府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区议会啊，等等等。那你认为为什么叫特殊？那特殊在哪里？基本上我只能够说呢，这一个是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之间呢，它的一个关系也不是像那一个一般的国与国之间呢是能够完全的相提并论。也知道说我们宪法目前用我们适用的宪法就是来自这一个，所以我们是跟一般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关系不同。那我们的特殊在哪里？我们受到怎样的限制？我们宪法的很多规范基本上呢可以说都是来自当时大一中宪法的一个。我想许教授你讲到这里就很清楚，我们现在宪法很多东西，不论我们前面谈的总统跟行政长的关系，不论是我刚才质疑的总统如果透过兼任党主席可能会去控制到立法院，甚至我们这边谈的国家定位的问题都需要修宪啊。你前面也提了很多次的宪改跟修宪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现在修宪非常困难啊。如果总统
召集制宪委员会，形成一个宪草，交由人民公决，交由人民投公民投票来决定。你作为一个未来，如果是司法院院长，你支不支持？这个已经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行为，那不能够从现行的宪法上来做一个评价，因为这是一个人民的主权的一个行使。如果说哪一天有一个人民的公投，有一个新宪法，如果开始实施，如果当时呢我还是司法院院长的话，那我当然就解职了。你当然就怎样？就解职的了，因为我的一个地位呢是来自。那你作为一个法政学者，你觉得这是不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民主权的一个行为，这个当然都是要做。为什么我这样提啊？英国脱欧公投，公民绝对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我相信在欧盟体制之下，英国跟欧洲各国关系也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他们也不是透过修宪，他们就透过公民直接来做决定。因为我们前面提了太多，不论是宪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中国，你也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是我们在宪法里面又讲我们是区，又讲我们是因国家统一前之需要，所以修宪势在必行嘛。从一个法政学者的角度，你也提了，刚才的质询过程里面你也提了非常多修宪的必要，可是修宪又非常困难，所以不管你解不解职啊，你会不会认为制宪，总统召集制宪委员会形成一部宪草，让人民来公投决定，就跟脱欧公投一样，去决定英国跟欧盟各国之间的关系，这会不会是一个比较适当的途径？这个我都尊重了，就是人民，我就强调这是一个人民主权的一个行使。我讲的不是尊重，我讲的是说，做一个宪法学者、宪政学者，你在看台湾这些宪政上的困境，哦，不论我们前面讲的，我不想再重复了。解决之道是什么？你也提这应该修宪，可是修宪实际上的程序是非常困难的。制宪会不会比较快？制宪是不是一个更恰当的方式，形成一部新的宪法？好，陈哥说呢，我现在是担任是被审查呢，是要是担任那个司法院院长、大法官。那么基本上呢，我想这个这种涉及到宪法政策的一个决定，我实在是不清楚说呢，我是不是应该表示那么直接的一个意见。许教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问题了哈。当你做一个宪法学者，你可以谈国家定位问题。好，你那时候可以评论九月政争，认为总统透过党主席的身份去介入是不恰当的，去干扰这样的宪政秩序，你觉得是不好的。我问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你认为是？我问你，总统应不该兼任党主席？你认为没有不可以的道理，可是实际上运作却可能危害到宪政秩序。这些都是你当教授时候可以提的。当一个司法院院长，我之所以会想希望你要表态，这个对台湾整个司法，我下一阶段的宪改影响是很大。好，谢谢徐委员，也谢谢我们许提名人。现在请国民党党团推派之代表委员来询问。首先请廖委员郭栋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好，院长，我们有请这个被提名人。好，来请许被提名人。好，许教授，我简单的提出几个问题哈。第一个，你是什么时候获得蔡总统的这个征询来担任这个院长职务？这个具体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忘，大概应该是八月吧。八月份就知道了哈。那么你知道这个被提名人，蔡总统啊，第一次是不是提名你，是另有其人啊？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吗？为什么你不在第一时间被提名？我不是很清楚。OK， 你不知道，你不回答。所以外界盛传呢、啊，说蔡总统当初也曾经考虑过要提名你，但是就是考虑到了这个什么连任、再任、回任这些疑义，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提名你。外界的质疑，你认为有多少的真实性？依我所知的，蔡总统他是确信呢，这个再任并不违宪。那么之所以后来呢，当时第一次呢之所以没有提名，这个就是依我所知呢，就是他后来呢才知道说呢，过去曾经有过那个我们以前有一位那个杨仁寿大法官，对，那么后来他本来就是说要提名为那一个司法院院长，可是因为呢他大法官还没有任满呢，他就辞职了，辞职去当工程会的委员长。后来呢他要在工程会委员长的那个的任内呢，本来是总统准备要提名。你不必绕那么远，我现在只是问啊，我只是问你是第二波的提名，你不是首选，在蔡总统的名单里面你不是首选，你是备胎呢，啊，是备胎。那么我们现在要听到这么多外界的质疑的时候，如果外界的质疑属实啊，就表示啊这个质疑不是无的放矢，是真有被质疑，而且啊你看这个社会的反应是全面在质疑这个。那么多争议当中，你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提名？您担任过大法官，即使你现在没有被提，你还是法界的泰斗啊，你还可以好好的做，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法界的泰斗，你们法界人才俊彦多多的是啊，为什么不让没有争议的其他的这个同仁或法界的这个硕彦呢、啊、来担任这个职务？那你一定要接受，我们不懂当初或者是其中，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一个风险，一个违宪的院长的一个风险来接受这个？难道有酬庸的性质吗？我个人是认为，我是确信并不违宪。哦、你个人认为不违宪？对，如果说呢，我认为如果认为是有那个违宪的疑虑的话，我就当然就是不会接受的。OK， 本席在一次的记者会曾经说过，我们对大法官的要求是要用最高道德标准，不得有任何瑕疵，尤其是政治的瑕疵，不得为政治服务，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你当过大法官，现在跟回任再任什么连任，这个争议这么多的这个状况之下，你要花很大的勇气来接受这个院长。但是我们预期啊，你这个皇后的贞操备受质疑啊，备受质疑，已经让这个议题啊失焦，让议题失焦。包括你们司法院前副院长就是陈仲谋也曾经评论过，认为不应该再提名，不应该再提名啊、哦！他甚至形容说：“啊，这个讲的话是颠三倒四，不知司法改革往哪里去等等。”你认同这样的评论吗？我后来有看到呢，他你有看到吗？后来他又改变他的一个看法，他是说呢，他是支持主。你认为他是见人说人话，见其他人说其他的话？我只是说我看到了他的后来他又他的一个意见就是支持。OK。不管是连任、再任、回任，我们认为这个都是跟宪法的规范相抵触的。我个人担任第三届的国大代表，我跟苏嘉全院长一样，我们在修宪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立宪的旨意啊，徐教授，是绝对禁止各种连任的样态啊，通通都禁止的，通通都禁止的，管他什么回任、什么再任啊。或者是连任，因为宪法规定的非常清楚，一个的法官就是担任八年，就是八年，绝对不能再任了。因为你再任以后，就会陷入我刚刚所讲的，你会为政治服务。将来你做一个最后的这个司法的最后的皇后的贞操，道德标准不单单是要非常的高，而且不能有任何瑕疵啊！你现在瑕疵处处。你还担任这样的一个院长，
你还干得下去吗？我看不出我有任何违宪的一个瑕疵，并且呢，我是从那个修宪的条文，即使您当时也有参与那个修宪，我从那个修宪的那个条文，我丝毫看不出说呢，我这个在任呢有任何一个违宪的一个疑虑。OK， 因为今天执政党占有绝对的多数，我也相信你会过关了，最后的投票同意，你必然会过关，但是是一个瑕疵的一个程序。那么第二个大题目呢，我要跟你谈转型正义这个部分。我想做一个宪法的学者，我想徐教授一定会同意，宪政主义，宪政主义啊，谈的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啊，跟政府权力受到节制的精神啊，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同意啊。OK， 好。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叫做党产条例，你都知道。那么当中呢，用有罪的确定啊，用有罪的确定，让受质疑的政党得在没有司法确定判决之前呢，他的资产可以直接受命缴出或者是禁止处分。你认为这个合宪吗？依我所知，似乎就是国民党已经针对党产条例有没有违宪，似乎已经是申请大法官解释。那如果我的认识没有错的话呢，那么如果已经申请解释，我可能不适宜在这里就是针对这个具体的个案呢来。徐教授，你还有勇气接受这个任命或者是这个提名，但是你没有勇气来直接就宪政主义来表达清楚的一个界限，你将来是一个是宪法的这个解释者，你如何去处理将来你会面对的这个宪政主义跟目前我们的党产条例所做的强力决定是类似非常手段的这个条文的内容，跟现在的执行，你是要去平衡它，你要去解释它，所以你现在不够勇气告诉我们，告诉国人说，宪政主义采的是限制政府，不能无限扩张。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党产会啊，不单单是针对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的党产用有罪推定，而且得以直接向相关的行政单位，包括银行局来下令说这个可那个不可。一个三级机关比过去的警总还要更多的权力，甚至比行政院长有更大的权力，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这个合理吗？你认为？我对于这个宪政主义呢是绝对支持的。我也认为说呢，一个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对。那么政府他就说不能够违反人权，并且要尊重那个权力分立。我完全都是会以我最大的努力呢，如果我担任大法官、担任司法院长，绝对是会去捍卫这个宪政主义。那么我只是说，如果是这个个案，如果真的已经进入大法官那里，我只是说我会避免针对那个个案呢来表示意见。但是您所说的这个宪政主义，那个有限的政府等，这个我是绝对100%支持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再跟你辩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看转型正义，第二个最大的项目是原住民的土地权利跟自然资源的权利。我们的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第十二项写得非常清楚，然后我们据以制定了原住民基本法，基本法里面对原住民的土地跟自然资源也制定的写得非常清楚，原住民的优先权，但是您知道最近的这个案例呢，原住民要主张自己的基本权益而且是法律所许可的时候呢，
碰到了好多好多的挑战，包括这个森林法啊，包括野生动物保育法，包括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通通限制了原住民的基本权呢、基本权。然后我们在谈原住民的土地的议题，你也知道，大概也都听过很多，看过很多的文件。原来在清朝的时候，原住民跟那汉民族的移民呢、画了一个台山县作为一个界限，台山县以西是属于汉民族的，台山县以东包括中央山脉到东部是属于藩界，是属于原住民的。结果呢，日本来了，他的总督府一个命令，26号令，就让所有原住民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那么中华民国来了，国民政府来了，一样直接承接了所有的原住民的土地，变成国有财产所的土地。那么到现在我们还在据理力争，不单单是刚刚讲的个基本的权利受限，连土地也是这样。结果我们拿去视线了，你知道吗？你当时是不是在大法官里面看到我们的视线文呢？有没有关于土地的部分？是有做过解释吗？那个哦，你好像在任哦，那个时候，当然后续你没有接到。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是，转型正义的追求，就司法机关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如果你未来接到了原住民主张土地权利的处理的时候，我希望你在今天能够有一个比较善意的，或者是比较清楚的回答我，你如何去平衡？你如何去平衡？你会融进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你在释宪的时候，党产条例的释宪，你们会要求说你政党举证，但是当老百姓的权利受限的时候，你要求百姓拿出司法判决确定，你才能够返还。一样的转型正义，一样的是威权体制底下所发生的事情，一个可以用有罪推定，用推定就好了，连司法程序都不用走，但是对老百姓，你们却是要求，哦，你拿法院的判决来，我才能够发还。你将来如何去平衡这样的两个诉求？我们两个案件，我们都提了这个视线，你将来一定会碰到。你现在告诉我你的看法。我觉得转型正义呢，是绝对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诉求。那我也认为呢，针对原住民，在过去呢，不管是从日治时代，或者是从那一个国民政府来台湾时代，他所过去的受到这些不公不义的对待，包括土地争议等等，我觉得这都应该要纳入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一个它的那个射程。所以如果说呢，涉及到原住民的这个权利的回复，或是转型正义这些呢，基本上我个人都是支持的。所以你支持原住民主张？我基本上都是支持的。基本上支持。对，要纳入这个转型正义。你很快就会看到我们这个释宪案，很快就会看到。我希望你记得今天讲的这句话。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在追求转型正义的时候，如果党产会可以用有罪推定，用推定没有任何的这个司法程序就开始指挥指东指西的，可以这样做的时候，那么原住民要求土地返还，你们却置之不理，这个叫做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了。从视线的角度来看，这个题目我希望你好好演绎。两件事情摆在这个天平上，国小的学生一看也知道不公平，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转型正义了。不能让党产会无限扩张他的权力，已经造成了民众的恐慌。好，谢谢廖委员，谢谢许教授。下一位，我们请江委员启程询问，询答时间15分钟。
谢谢院长，请主席邀请许教授来，请许被提名人。许教授好啊，今天我们许中立被提名人，在民国92年初次被提名担任大法官的时候，当时候也是在这边，在立法院。那时候的李学章委员曾经问被提名人，如果有幸通过立法院的同意，被总统任命为大法官，将来在8年后卸任大法官一职，依照宪法规定，将没有机会再任大法官。届时你们都还年轻，你们认为卸任大法官之后要朝哪个方向发展？那时候的许中立被提名人回答：主席、各位委员，如果我在大法官退职后，我至少还有10年的黄金岁月可以贡献在学术方面。现在你退职到现在75年，啊，5年的时间，你又逮到机会来回任、来再任，你当时所讲的话，在这边所做的承诺，其实已经失信了，啊，所以一个没有诚信、轻言允诺的人，要如何带领我们的司法改革？再来，民国96年的时候，陈水扁总统曾经提名杨仁寿为司法院院长，但是杨仁寿考量到自己过去曾经担任过2年多的大法官，为了避免宪政争议，因此婉拒。既然有这样的潜力，为何今天许中立被提名人还要一意孤行来争取担任司法院的院长？合宪或者违宪，自有各家的说法。今天被提名人认为他是合宪，但是外界也有一群人认为是违宪。既然有违宪的争议，又何必勉强呢？难道要我们大家为你一个人来修宪吗？你刚在答询的当中一直提到很多事情可以修宪，干嘛的？修宪有这么简单吗？我们难道要问特定的人来进行修宪吗？我们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人民要期待的是一个高道德标准、有最高标准的司法院院长，才有办法来带领我们的司法改革。所以如果您跟执政党纷纷拒绝这样子的一个高道德的标准的要求，那么违宪的院长这样子的名号，我们很担心会跟着你。即便你担任了司法院的院长，违宪院长的名号也始终会在你左右。在这种情况底下，请问你要如何来带领整个国家的司法改革？司法跟政治的挂钩是法律人最不乐见的。许中立被提名人，你身为学术界极具声望的公法学者，现在却为了权力宁愿背负违宪院长的骂名来再任司法院的大法官，而且兼任司法院的院长。但是司法的独立性不是取决于间隔年份的长久而已，而是在位者如何以最高的标准来确保司法的独立以及不被干预。没有黑手可以进入，没有黑手可以干预，而且尽全力的捍卫。但是很遗憾的，我们看不到许中立被提名人的决心，只有看到毫不掩饰的贪婪。而你的权位的贪婪也将开违宪争议的先例。这样子的先例开下去的，你作为公法界的泰斗，而且是很多的祖师爷，你有众多的门生，你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你如何面对大家对你这个争议的看法以及遗憾甚至失望？我在这边我还要再把你过去曾经给法律年轻人的一封信，我们再把它拿出来看一下，再来读一下。你这一封信是讲说，越长有令人敬畏的公权力，越需要谨慎。许教授，这是你写的信吗？没错吧，没错吧，这是你在远见杂志的时候，应该是2011年296期，
你给年轻的法律人的一封信，讲得非常的掷地有声。越长有令人敬畏的公权力，越需谨慎。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哦、你所提到的。当然我们今天看到这封信也非常的感慨、哦我们也想知道说，这些法律年轻人看到你今天在违宪争议之下要来担任司法院的院长，他们是怎么样看待的？难道法律高过于一切吗？还是有比法律更重要的自我要求？这个是我想很多法律的年轻人现在想要问许教授的。当你过去用这样的自我要求来告诉这些年轻人，你今天站在权力，我不要讲争夺，但是争取的这个位置上，你如何看待你过去曾经对这些年轻人所讲的话？请教许教授，司法院院长的权力是不是很大？这个权力会不会令人敬畏？会不会？司法院院长的位置，那个，基本上我要厘清几个问题。我个人呢，从来没有说要争取担任这个司法院院长，这个完全没有这个积极的、主动的去争取，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厘清。所以完全就是被动的，是不得已的。OK， 然后第二点，即使是用最高的一个标准，那我也认为说呢，这个并没有任何一个违宪的这一个争议。我刚刚讲了，违宪争议是大家各说各话。哦、我在这边不跟你争辩违宪争议，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的认为它就是违宪争议，你认为它就是没有争议。在这里争辩法律上面的对错、看法上的争议，已经毫无意义了。我们要的是一个高道德标准的，是一个超越法律之外有自我要求的。我们要的不是一个法将而已。一个司法院院长，难道他的人格不重要吗？他的道德要求不重要吗？你可以对这些学生讲这么高的自我要求，你自己要不要以身作则？我觉得我说这一个愈长有令人敬畏的公权力，越需谨慎。这个我当然都是就是这样子啊，我担任司法院长也是这样。那你认为？那么这个跟我目前要担任这一个司法院长，我觉得这个并不冲突。你没有不冲突吗？即使用这个最高标准，也没有任何冲突。所以，当我们在要求一个要有这么高权力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更高的标准，你同意吗？同意，同意。你同意吗？所以，以我们的标准，我们认为你不适合。因为你造成的争议，你同意吗？我觉得这个争议已经那个，因为过去还没有过啊。那你要不要？这个、有过卸任大官，你也曾经说，大家会比较。你也曾经公开说过，如果有争议，那就释宪，请国会释宪。那我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提名你的人，请他的政党在立法院里面提出释宪案，可以吗？我没有资格说呢，要告诉那个什么政党，是你不敢，我是都是尊重，是你不敢，我都是尊重大院。跟这个提名的人讲吗？我没有这个的，基本上我就是尊重大院。徐院长，如果说呢，这个大院要声明解释，我都是非常尊重。徐教授，我想我们今天在这边检验你的，不是你的法律常识、法律知识、法律专业，啊，这些不是我们要检验你的，我们要检验你的是你的人格。是你的道德，是你的标准。我们来看一下，你长期以来号称是法律专业，你自己也在这封信里面提到，你说无罪推定是最高的宪法原则，始终却是违反人类心理倾向的预设。如果证据不足，即使眼前的被告看起来依过去经历都是严重可疑，仍需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勇敢地判决无罪，这是你对年轻人讲的话。所以同样的原则，我想请教你，现在党产会在做的事情有没有符合无罪推定原则？
这个刚刚跟廖委员的回答呢，没错，我再问你一次，比较，我就说我就比较避免那个针对这个目前已经申请释宪的个案呢，那个表示意见。另外，我也认为说，现在党产的这个呢，并不是涉及那个犯罪，并不涉及犯罪。对他这个只是他是在那个那个，那是他是什么？他基本上是一个转型正义的一个一个实践，所以他并不是涉及到说有那转型正义是一个法律吗？还是一个概念？转型正义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我非常肯定的一个追求的一个是一个价值，一个价值是一个价值，它不是法律嘛？对，它是一个价值，对不对？对，核心、所以你作为一个法律人，你甚至做一个教授法律的人，我想你捍卫无罪推定原则嘛？没有错，没错嘛。嗯、所以当党产会一个行政机关在执行他的行政命令也好，难道你不认为他即便违背了法律上最高的你捍卫的原则？我刚刚说过呢，这个党产的这个呢是跟那个所以其实你也不敢讲的，这个是对不对？这是两回事啊。你本身也不敢讲嘛，所以如果连你所捍卫的无罪推定原则你都不敢大声的讲的时候，我们有我敢大声的讲，我是捍卫无罪推定。我们如何期待未来你担任院长来代理司法改革？因为最终只有政治来决定，是没有法律的。下一个我们再请教你。你讲法律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科，法律人的职业也很容易产生权威性格而流于专断，所以你回到你的结论，拥有越拥有别人不懂的专业，越需要谦虚；越掌有令人敬畏的公权力，越需谨慎。法律人共勉之。这是你对所有年轻的法律人勉励。反过来，今天所有年轻人跟年轻的法律人也想要问你，你够谦虚吗？在被提名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你够谦虚吗？你有杨仁寿之前被提名人的谦虚吗？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你够谨慎吗？我跟杨仁寿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因为呢，杨仁寿是他还没有任满的时候呢，他就先辞职，那辞职之后呢，去当这一个一年多的工程会委员长，那个然后呢还要许教授就是要再任命这个院长，所以这个谦虚是跟我目前这边。不是台大法律系，我不想跟你争辩这一些法律上面的你知我解，我们的见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刚刚讲，它就是一个争议的，你会背着这个争议来担任司法院的院长，所以，请问你要怎么样来带领改革？基本上，我认为说呢，只要是那个总统的提名，它就是一个宪法的适用，他确信这一个没有违宪。那么大院行使同意权，你知道外面有多少的法律专家跟你一样的法律专家，他们认为有违宪吗？我觉得这个经过这一段时间来呢，这个多数的一个见解认为这并没有违宪。多数的意见认为并没有违宪，怎么样？怎么样评定所谓多数的意见？这个你如果去看那个这个，所以请问你的司法判决也是用多数的意见吗？还是用法律的见解？我刚刚说过呢，这个如果很多事情用多数的意见的话，你就是要看文献，那其实你的法律专业就会陷入你自己的矛盾的啊。所以我觉得、哪个地方有矛盾呢？不要为了一个位置啊而丧失了自己的风骨。很多事情你自己过去都曾经讲过，但是我们发觉。你最近不太提了，你最近不太提了。比如说，你过去对通奸除罪化、对 face， 你都勇于表达你的意见，有没有？我都表达过意见，我只是说我现在是担任这一个如果是被提名担任你现在还是教授官，许教授，我叫你许教授。因为我是以这个大官的被提名的身份，我只是说我比较不去做那个政治的一个决策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完全失去了你对事情的态度立场，前后一贯一致的原则。我是前后一贯的，我就是说在目前呢，就是以这一个。你以前是大力的力挺通奸除罪化，
但是你现在讲说那是政治部门的决策问题，你过去也曾经表明关于废止的立场，你现在也说不宜表示过于具体的意见，而且说废止是政治部门的问题，所以难道你这样子的逃避？好，谢谢江委员，谢谢许被提名人。下一位，我们请王委员玉敏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院长。院长，我们是不是有请许教授？来，请许被提名人。许教授，我想让你看一下历任总统哦，他对于两岸关系的论述哦。我们可以看到，李登辉总统他主张两岸关系，他讲两国论；陈水扁总统呢，他讲的是一边一国；马英九总统呢，他的主张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们来看最新的蔡英文总统，他无论是520的就职演说，或者是国庆文告。他都提到新政府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大家都知道大法官是宪法的守护神，而有关于我们的国家定位跟两岸关系在宪法也有相关的规定哦。为了今天的质询哦，事实上本席哦也特别找出来了许宗力教授，您在《两国论与台湾国家定位》里面，事实上你其中有两篇文章，也都提到了相关的您的看法跟论述哦。我让你来回顾一下，你是怎么样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或是你个人的政治主张，你来看两岸关系哦。你提到说，1991年是台湾经由宪改承认或昭示其是一个。法律上主权独立国家的历史性的一年，台湾是一个与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别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同属，互相独立。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之相对于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独立的事实，不仅是事实上的独立，而且是法律上的独立。这个是你在这本书上面您的文章、你的论述，你应该都还记得吧？因为你光是这篇文章呢，本席查过，你大概在三个地方都是你有不同的这个刊登。那显然这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张。跟看法，所以今天是在大院呢，我要再一次请教你，请问这个将来大法官要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来看待中华民国的国家定位跟两岸关系，您的主张是什么？是李登辉的两国论吗？如果从字义上，我个人阅读过之后，我认为你当时捍卫跟主张的的确是李登辉的两国论，我不晓得你对于这样我这样子下的一个结论，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对，我的主张就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两国论这个三个字我从来没有用过，我只是说两岸之间是一个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很类似过去西德跟东德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您的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跟马英九总统所倡议的一中各表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不是很清楚，可能呢，我们马总统他的一中各表，他的一中就是那个中华民国，他的那个主权是涵及整个的中国大陆，包括外蒙古，包括等等等之类的。但是呢，我的特殊的国与国，我认为是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然后呢？就是不包括他的主权，就不包括那一个中国大陆。那你跟李登辉两国论有什么不一样？还是你是陈水扁的一边一国？我比较像一边一国，特殊的国与国。我希望你可以再更明确的，因为您是在陈水扁总统任内啊被任命的这个大法官，那是不是其实您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上的诠释呢？你比较是接近陈水扁总统主张的一边一国，我你的特殊国我是接近是特殊的国与国。那实质我觉得这个特殊呢，其实是跟对岸呢其实是相当友善的。对对岸是相当友善。您这个论述比较友善，还是一中各表比较友善？基本上我认为说应该要从宪法的一个观点，我对宪法的一个诠释呢，就是刚刚说过，就从1991年我们这之前我们的国会，我们的国会议员就是从台湾2300万选出来的，我们的总统也是从2300万选出来，我们并不代表中国大陆。所以我是从这个观点，我认为说呢，我们这个主权根本就是不基于这个对岸。你认为我们的 主权不基于对岸吗？那宪法上明文讲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您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文字？基本上因为 我认为说在宪法上用这个区，它只是一个政治的宣示，区它并不是一个有法律效果的一个我们地方政府的一个层级的单位，如果有的话，就变成是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选区长？但是这样子已经明文写在我们的宪法里面，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说，我们的中华民国仅止于就是台湾地区，是这样子吗？对，这是您的论述嘛？哈，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经过一个事实的一个宪法变迁，宪法变迁会让一部宪法。您觉得你这样的一个论述有没有曲解宪法它的精神跟原意？因为很明显你这样的一个主张跟看法跟马英九总统他在8年的执政底下他看到的宪法又不一样。那如果你这样的宪法主张您现在是蔡英文总统所提名的，请问您这样的一个对于宪法的认知跟主张跟蔡英文总统所说的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的主张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蔡英文总统他认同你这样的主张跟看法，所以他才提名你作为司法院院长的提名人？因为你们在政治主张跟立场跟看法上面是非常接近的。我不清楚，因为如果你不清楚总统他提名我，他从来他从来没有说呢，我的两岸的主张是什么呢？他基本上只是他不理解，他没有看过你的书啊。蔡总统有没有看过你的书呢？你的著作很多，许教授，你的著作其实蛮多的。所以您刚刚说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我想这个部分，我不相信蔡英文总统会不知道。大家更知道的是，当时他知道他应该，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说，他是因为我主张特殊国与国关系，所以他才想要提名我。因为其实你将来还负担这个整个宪法的解释，你是宪法的守护神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定位的主张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总统又说他要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那大家就会问啦，蔡英文总统他主张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定位到底是跟马英九总统主张的一中各表是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呢，还是如你所说中华民国仅止于台湾，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没有包括到大陆地区？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许教授，当蔡英文总统他要提名你的时候，有关于对于宪法这么重要的对于国家的定位的看法，你们两个都没有谈过，都没有去交换过基本的意见，是这样吗？那请问他征询你的时候问你哪些问题？他基本上就是讲司改，只讲司改，司改，因为反正他已经很清楚你的政治立场了，所以可以不用在这方面多论述了。这个我不敢做任何的一个推测。你不敢做任何的推测？对，因为基本上呢，他是从司改，就是跟我谈司改。接下来本席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哦，本席有听到一个传闻了，我想要跟您证实一下，就是说蔡英文总统他当时要提名这个司法院院长的时候，事实上你是首选。优先他考虑到的是你，但是呢，因为你有在任违宪的疑虑，所以打了退堂鼓，再提名了谢文定。但是谢文定呢，被
打压成说，哦，他这个是白色恐怖，然后他又退回资文之后，又再次提名你，所以等于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们去针对在任有没有违宪疑虑，花了很大的时间去厘清，然后你们是觉得可能没有之后，再度提名你。我要跟这个许教授请教，我听到的传闻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一开始其实他想到的就是你，这是不是事实？你是不是在谢文定之前其实曾经是第一人选被考虑过，但是因为有人提出你有在任的这个问题之后，所以才改为谢文定？我想这边是立法院呢，我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比较事实的回答。我个人不清楚那个蔡总统他跟我谈的时候呢，他是直接跟我说呢，他是想要提名我担任副院长。副院长一开始是副院长，就是副院长。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间点？几月？应该是七月的，可能是七月的一个事情。七月，您跟谁搭档？为什么您是副院长？就是跟谢文定搭档。哦，一开始是副院长，是。那么当时我有问说，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过卸任大法官，又在回任的那一个先例，那我那个总统他是说他们府方都已经做过研究，认为说呢这个并没有违宪的一个争议，那他希望说我自己也研究，那我也认为是没有违宪的争议，所以我经过考虑之后呢，我觉得他因为他也要我那个就是为了司改，那么要我这个辅佐这个谢文定当院长，我考虑之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总统府也认为他确信说这个没有违宪，我也认为是没有违宪，所以我就答应了。那么后来怎么又换？后来看到的不是、这个是依我的一个理解，就是因为有人是再去跟府方说杨仁寿的例子，那因为杨仁寿的例子呢，可能当时总统他不是很清楚杨仁寿他的情形跟我的情形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他就说，既然是司法院过去有杨仁寿这个先例，所以他就说呢，那他就把我，他就换，你就从副院长的名单消失了，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对对，但是后来呢，这个总之就是后来就是已经就是两位他们都已经这个就撤销，或者是他们不再提名。那么这个府方他研究结果就发现我跟杨仁寿的情形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是那这很奇怪了，府方的研究第一次的研究觉得你有问题，第二次的研究就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以为司法院过去已经自己都认为说在提名杨仁寿这个是不适宜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再提名我可能也不适宜。可是后来府方的研究认为说呢，我跟杨仁寿情形其实是不能够相提并论，这杨仁寿情形他是还没有那个任满，他就辞职再去当那一个工程会的委员长，那当时就是等着就是说等到将近两年之后呢准备要提名他呢来担任院长，所以当时就是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一种实质上的一个连任。可是我的情形跟杨仁寿的情形不一样，我是已经八年都已经任满了，而杨仁寿他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在任跟连任其实是不一样哈。这个我想许教授，我想让你看一下当时有参与修宪的国大代表，其中有一位这个国大代表呢，他是杨敏华教授，他当时也曾经是提案人之一哦。我们找出了当时的整个会议的记录的内容哦，他提到一段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时的整个修宪就是因为大法官可连任，有人当到二十几年，所以呢，他们修法的目的呢，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不要让大法官有连任的机会，不给予他们有享受一辈子荣华富贵的希望。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因为自己再没有机会担任大法官而兢兢业业，本着良知良能来解释宪法，担任宪法的守护神。我想要还原这一段的那个记录内容，是要让杨教授您看到当时的整个修宪的意志跟精神。他特别强调了，希望是再没有机会去担任，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大家觉得大法官
担任太久了，为政治服务已经失去宪法守护神这样的高度，所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修宪。刚刚前面也有委员提到了，甚至是国大代表，当时参与修宪的国大代表，他们都非常清楚当时修宪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看到许教授您在解释说可以再任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像是一位律师，不是一位司法院的大法官，因为你在强调的是从这个整个的文意，你说法律的解释始于文意终于文意，您是执着在这个语义上面。我只是要提醒徐教授您一件事情，如果您认为在任毫无违宪的疑虑，为什么从上一次修宪之后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位大法官在任？而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杨仁寿法官的案例，事实上他也可以凹啊，他当时可能可以为自己为了争取这样一个例子去主张没有问题，但是他没有，他选择他认为司法院大法官地位崇高，不容受到挑战跟质疑，所以他愿意放弃这样的一个位置。我希望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严肃，杨教授您好好再深。好，谢谢王委员，谢谢许被提名人。下一位请曾委员鸣钟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院长，麻烦请许教授来，请许教授。许教授好，你刚刚啊，我刚刚听到您在表示说您的 case 跟杨仁寿秘书长不一样，我要请教您哪个地方哪个情况不一样？这个杨仁寿秘书长他当时呢，就是他是4年一任的这个大法官，那么他是在担任大法官差不多2年多的时候呢，他就辞大法官，那没有任满，那就去担任这个工程会的委员长。那么这种情形呢，是难道就没有再补？也就是总统呢，他在杨仁寿他辞之后，他并没有再任命新的大法官来补。难道在2年之后，或者1年多之后呢，就准备要重新这一个任命他为这一个院长？所以当时就是有学者就是质疑说，这是一种实质的一个连任，因为他本来是4年一任，那如果还没有任满就辞职，又重新又任命他，又变重新8年，所以就是当时就是有学者有这个质疑。但是我的情形是不一样，我是已经确实不一样。我赞成你的讲法，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是杨仁寿秘书长有争议的时候他不接受提名，但是您是在有争议的情况底下接受提名。你赞不赞成，你赞不赞同您的接受提名是有争议的？我个人是认为说没有争议的。你有没有争议了？老实讲，我们今天在立法院是一个理性论证的一个场合，我给你报告有没有争议，可以从2个层面来看。第一个，专家学者，比如说你台大的教授，我们就举台大的教授陈志荣教授，他是你的同事吧？是的，没有错。政大的教授廖元豪，你认识吧？是的。台北大学的教授刘宪义教授，你听过吧？也认识。这3位都是法学上蒙受尊敬的大佬，尤其是刘宪义教授，还是他的政治立场他还偏绿。这3个教授都认为您的提名有非常重大的争议，我不敢讲说违宪，但是这3个法学大佬都认为有非常大的争议。好，既然专家学者认为这个有重大争议，我们来看一般民众。您看看这个是我在 Google 上面 Google
说在任有没有违宪，这是普罗大众的看法。你看看这上面有几笔你知道吗？26万9000笔耶，26万9000笔耶，也不是9000笔耶。跟许教授报告，我 Google 郑明忠都没有这么多笔。你看普罗大众都认为有争议，所以你确实跟杨仁寿秘书长真的不一样。我再问您一次，有没有争议？有，社会上有不同意见，我个人是认为说是没有违宪的，我确定是没有违宪的。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宪？我暂且不论，但是摆在眼前，你的同事，台大的陈志龙教授，政大的廖元豪教授，台北大学刘信义教授，法学大佬认为专业上有争议，普罗大众26万9000笔认为这有重大争议。所以呀、您的确跟杨仁寿秘书长 case 不一样，气魄不一样，胸襟也不一样。另外，您假设说，所以我再问你一次，违不违宪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有没有重大争议是另外一个问题。许教授，我没有，我以我的，我不是学法律，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就认定他有没有违法，但是我可以用专业人的看法，用普罗大众的看法，我要定义这个案子是有争议的，你赞不赞成？ OK， 有人有不同意见，连你都赞成这个是有争议的个案。不过问到这里，我还是对您刚刚的回答表达一定程度的敬意。为什么？你本身还是一个学者的本质，我就这一点你就敢回答说这个案子有争议，我还要对您这个回答表示敬佩的意思。接着我跟你讨教，这个有争议的案件，我真的不希望跟你一辈子，跟你是一个有争议的院长。为什么？即使民进党要硬推，到时候过了，我希望你还即使是有争议院长，你还是要为台湾的社会，为整个司法做出一定的贡献。很可惜，我觉得前面的争议未赞成，但是我现在接着跟你讨教。依照中正大学的这个统计，民班民众对司法到底能不能公正判决，它的可信度非常非常的低啊，现在低于20%，相信的低于20%，不相信的超过80%啊。那有人会讲，中正大学它是国立大学哦，它跟司法院无冤无仇哦，它做出来的报告这么高了，不信任的这么高了。即使司法院自己的调查的报告，可信度也很低。面对这么一个情况，假设有一天，也不是有一天，很快，我们可以预期，民进党一定全全力护驾你成为司法院的院长。你要怎么样提升司法民众给他的看法跟公信力？你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这个维持公信力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最关键的，司法它就是要提升它的一个公信力。那要提升公信最重要其实就是提升裁判的品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那么要提升裁判的品质呢，我个人是认为，这我一开始在那个报告社就跟大家说呢，目前台湾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呢案件量过多，我们基层的这一个司法官呢，就是
真的都是加班，这个甚至牺牲那个他的一个健康。我个人认为说呢，如果案件量负荷过重，那么就不能够苛求他的这个品质。所以这才是一个司法一个最关键。如果案件量不降低的话，真的是神天真的都神仙都难救。所以说呢，用各种不同角度，比方说可能要增加法官的人数，那或者是呢，就是刚刚我开始要讲的，让我们的省级的构造变成一个金字塔化，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解决这个讼员，那我们的法官也才能够在一个合理的这个工作环境中呢去做他的一个判决，这样的话呢，他的那个判决品质呢才能够这个提升。好，我觉得这是他的那个公信力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您过去曾经有提到要避免要淘汰一些不适任的法官，或者是所谓的奶嘴法官，跟你讨教，你这个部分打算怎么做？避免这个，我只能够说呢，我们希望这个法官是一个有社会经验，对这个人生的这一个有一些充分的一个体验的人。那么如果是只是从学校毕业，那因为会考试，考上之后然后就进入司法官训练司法官学院去受训之后呢，那就分发。我个人的确是有点担心，因为这些年轻的这些准法官，他们真的都是非常的优秀，那么这个但是呢就是缺乏一个社会的历练。所以如果缺乏社会历练，我基本上呢我觉得有各种不同的一个，你打算怎么避免或者淘汰这一类不适任的法官？我个人是认为说，要怎么定义这个不适任法官呢？这一个是要怎么来定义这个不适任法官？我们有那个评鉴制度来那个来决定。但是对于那个法官的一个选任呢，我个人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有几个选项，我觉得都可以来选择。就过去呢，我们董部长他曾经就是建议，就是说让有一定的行政官，或者是由检察官或者是律师的这个可能是5年或8年以上经历的这些人他才有那个资格来考法官，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些人就已经比较有那个社会的历练。我觉得这是一条路。那么另外呢，现在也是司法院准备呢，就是让这一个多元的这一个选任现在已经在做了，那就是说就是让这一个比方说律师能够来申请转任这一个法官。但现在就是因为法官他的一个工作环境的确真的不好，因为真的要加班，真的很辛苦，所以这个比较难以吸引这些中壮的这些资深的律师们呢来转任这个法官，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必须要克服。另外，您曾经提到要推动参审制，什么是要落实你所谓的参审制？我现在先保留一下哈，因为目前这个参审跟陪审呢，现在是很多人都希望留在这一个司法改革会议、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呢来做进一步讨论。希望说我不要以这一个可能以后要担任司法院院长，那么就以自己的这一个意见呢，就是决定说我要参审就参审，我要陪审就陪审。希望说我不要过早有定见，所以我会尊重司法改革国事会议他的一个讨论，那么他的一个决议。但是你基本上你是赞成参审制，因为这是您的意见，但是你是要保留给改革委员会去做。改革国事会议如果决定要陪审，那么我一定也是全力以赴，因为这个说真的，这个制度没有什么全好或全坏，参审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陪审也有它的优点或它的一个缺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政策的决定，一个制度的选择。那如果我们现在要召开司法改革国事会议，有审检辩，还有一般人民，我基本上我会尊重的。再请教您问题，提名您的蔡总统在谈到司法改革政策的时候提到，司法体系是人民要觉得它是一个及时有效的救济跟保护的机制，您怎么落实
蔡总统他这么要一个及时有效的保护跟救济的机制，你的初步想法是什么？其实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们目前的这个诉讼制度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及时有效的这一个救济跟保护。如果说呢，这一个行政机关他的一个决定，如果说呢，这个人民如果他认为这个行政处分有侵害他的权利的话，他基本上根据我们目前的诉愿法，他就可以提起诉愿，那么也可以那个最后呢，就也可以提起这个行政诉讼。那基本上我认为说，那个门开的那个救济的门应该是 open 的，基本上并没有拒绝任何人的这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世界银行在2015年经商的环境报告里边呢，你看有关商业的诉讼，我们的效率是必须510天，新加坡是150天，韩国是230天，香港是360天，我们台湾需要这么长，510天，请教您，以后你当院长，怎么样改善商业纠纷的效率？是否要建立商业法院或者商业法庭？这个达到510天，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的确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那么我想可能是现在那个诉讼制度可能就是必须要重新检讨，对于现在的那个商业的模式呢，是不是适合，就是包括要不要设一个专业的法庭，甚至可能我们也可以考虑呢，是不是那个诉讼的程序，整个救济程序有没有这个应该要针对这个商业的。好，谢谢曾委员，谢谢许被提名人。报告全员委员会，休息10分钟，休息之后继续进行询问，现在休息。
报告全院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委员询问，请民进党党团推派之代表来询问，请民进党党团吴委员昆玉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院长高早，咱邀请咱啊做院长被提名人柯教授，请举备提名人。好，柯教授高早吼，高早是咱我家己中啊，优秀的前辈，所以我都无请教你讲会当用讲台语无呢吼，歹势。我试看卖啊。今天本是真荣幸，会当来向这柯教授来请教一挂非专业性的这个法律问题啦吼。问题啊，较无熟悉的所在，阿麻烦柯教授多多指教吼。你台湾的社会呢，有你流传啦吼，法律千千万万条吼，必用家己条。即为咱过去为真济这个民意调查拢会显示出来，就是讲。多数民众呢，对咱的司法系统呢，并无信任，吼、哦，并无信任，吼、哦。再后一点，不过呢，伫1984年呢，咱司法院家己做个调查呢，针对捌去法院办代志的民众呢，做调查呢，发现讲，对于法官的审判的公信力，逐档都拢咧提升啊。这到底是家己报较袂臭臊，还是讲做吼？我看伫柯教授咧被提名记者会内底，嘛是感觉讲民众对司法无信任咧。但是司法院他做出来调查，感觉讲民众信任度都拢有咧提升。到底这毋知是进行是安怎吼？柯教授，我要对司法院内部我也无清楚吼，毋知影伊这个民调是安怎来。但是我相信呢，以前我那中央研究伊有哪有做过即款司法公信力的即款调查？我看我那对司法院外部的调查，可能是百姓较会信任啦。所以呢，总共是外部的调查结果，感觉讲司法的公信力要无够，应该是这可能。感谢柯教授吼。伫司法院的调查内底嘛讲吼，那像民众无够理性吼。拢叫媒体看咧拢拢说，我毋知影讲吼，当然啦，真侪人拢看电视嘛吼，多数资讯嘛是来自电视报纸啦吼。我毋知影讲这真啊假，但是毋过吼，另外一方面，咱看个就讲，咱若问讲媒体对每一个人的影响，这物件有负面影响个嘛，较40%尔咧，起码是司法院家己调查吼。当然对一寡物件伊会感觉讲。媒体有影响，但是吼、哦，当然大家怀疑讲，媒体记者是咪拢是真正一支嘴，好累累安尼，吼、哦，你甲民众拖咧拢拢说吼，即、哦、嘛是咱爱进一步去澄清啦吼、哦。当然啊，做司法院嘛调查针对讲吼，靠亲自去法院办代志的人吼、哦，看对司法的观感安怎吼、哦，但是看下你讲亲自去的人对司法院较了解的人。说观感较歹咧，吼，这是生理人咧判实在，还是实在咧换出来吼？我嘛啥无咧吼，到底讲这是吼，实在人较了解的人，煞对司法系统观感较歹，这表示讲除了媒体以外，司法系体系可能嘛有一挂吼，真侪人无满意的所在，是不是安尼？这民众哦，对司法不满意哦，这真正多数的有足侪不共款的这个原因啦。我相信媒体，我那是一个足重要的因素。虽然讲唔是100%，但我相信差不多一半，将近一半讲哦，媒体可能会影响到民众对司法的这个信任，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咱的这个社会哦，我相信可能。台湾人可能过去可能有那有迄个看法，因为吼，咱的
文化吼对司法本来就是唔是遐尼信任，和美国无同款。所以大家你若拍官司，你若拍输哦，普通你就是会感觉讲哦，这可能是法官法官有问题安尼。啊，所以我感觉这原来是一个其中的这个因素，这些因素其实是真侪啦。是是。好、欸、啊，这个啊做咱我的同事吼，吴国昌委员伊伫2012年发表的文章内底，伊嘛是感觉讲吼，即个对有行法院经验的人，颠倒较无信任，比一般人吼，啊，这个比例超过50%，所以嘛唔是讲完全，有一个拍牙的人嘛是无啥满意吼，所以这是咪讲咱司法系统爱检讨，吼，唔通讲袂用筛准嫌客观啦，吼，安尼，好，好，那过去吼，咱嘛发现讲每一个政府起来，吼，拢就抓一定要改革司法，吼，要改革司法。但是政治呢，刚来，吼，我唔知影讲，好教授你认为讲，改革的效果安怎？改革的效果安怎？先话民众啊，政治人无信任。好、哦，我想咱改革袂使空嘴无钱。这我相信哦，每一次的司法院院长上任，伊拢要讲司法改革。我相信这司法改革跟今天一个足长久的一个过程啦。唔是讲啊一步就会当到位哦。啊，我相信哦，这个上重要的一点啊，我开始的时候甲立法院甲法院报告过哦，爱减轻法官伊的负担，啊，所以讲哦，迄个诉讼的迄个结构、迄个结构，应该爱做变做的金字塔型，啊，这金字塔型哦，真正牵涉到足济，所以拄拄啊，黄国昌委员伊话讲哦，伊话他赞成这个金字塔型的迄个构造，就是讲一审案件较济无要紧，但是二审都要少，啊，甲三审都应该较少，较愈少，这才会当哦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和司法的公信力哦，会当提升的一个上大的原因。啊，伊讲哦，我若上任，一定知影讲哦，足侪抗拒啦。所以讲哦，这爱迄是执行力的问题啊。我知。好，另外我是感觉讲司法人嘛是袂歹啦吼，家己台坦白来吼，伊嘛针对一寡问题吼，像讲法官的判审判是咪受其他因素影响，还是讲对啊，这个有钱人甲无钱人判官的这个标准是咪同款？无吼，那发现讲。真遺憾就是發現我們台灣要求啊，這七成半的人吼，認為講這個法官的判決交好業產是有關係吼。當然啊，這吼，咱在資本主義社會吼，可能有這個現象，這是1994年美國著名的吼案例，就是 O.J. Simpson 謀殺因的牽手的案件。但是伊有錢請足好的律師替辯吼，到尾雖然民事要賠償，但是刑事是判無罪。好、哦，这个物件在台湾可能嘛慢慢可能有这个现象吼。过、哦、来就是讲，有人讲哦，法院大门开，有利无钱莫进来吼、哦。啊，这个物件在台湾嘛发生过嘞吼、哦。所以我想，当媒体虽然会报道，但是我想司法人员的这个吼、哦、啊做法嘛是引起真侪争论吼。好、哦，所以呢，来问啊，柯教授就是讲吼。咱咧社会拢讲有钱使鬼个也无啦，啊，司法这方面受到这个有钱无钱吼，善者好者的影响，咱未来面对这项代志，要怎来解决嘞？我个人的看法哦，目前应该拄多讲哦，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这款咯，啊，民众相信这款的看法哦，有甲七成哦，我。感觉真意外啦，哦，啊！但是我相信哦，目前足侪案件，咱嘛发现讲哦，即马迄个大财团伊个只负责人，伊嘛是去哦检察官起诉，啊嘛是有判刑，所以我感觉讲哦，这个事实哦已经改变。我感觉虽然大财团伊可能讲哦有钱会当哦请迄、那个。请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替伊辩护，伊可能感觉伊的武器可能较用，啊，但是我感觉百姓大家目睭拢有呾金锐锐，因为呾注意讲哦，这个被告、这个嫌疑人，伊若是这个大财团，可能颠倒哦，要检察官和法官哦，颠倒伊的压力哦，可能较大，啊，所以
所以哦，我感觉讲哦，即摆目前就是讲哦，真正目目前的制度是毋是有影对善假人较不利哦，啊对这个好假人较有利哦，可能袂当讲安尼哦，一般而论啦。啊，甚至讲哦，你无钱的人，咱即摆嘛是迄个法律的辅助的这个制度，伊嘛会当会来帮助这个无钱的人会当来拍官司。所以我相信应该会渐渐好起来。好，希望会当咧，虽然咱有法律辅助。辅助基金会啦，但是慢慢这个功能吼，尤其伫过去的八档吼，这个功能有无去吼？有一寡较有经验，较啊做有正义感的律师吼，因为迄个环当年迄个环境，我都很好啊生存，外算拢离开啦。所以即马伫法律辅助基金会内底吼，一寡律师啊较少年，可能较无经验，所以这方面未来咱可能爱注意啦吼。当然就是讲吼，咱嘛有真歹的做法啦，一个。檢察總長吼，啊，咱若講台語講講，你若做大官啊，無好的模樣吼，咱做事都無正樣嘛吼。啊，這個物件未來可能咱司法系統嘛愛適宜啦吼，愛適宜吼。當然吼，另外就拄啊啊做院迄個柯教授哩，講解時嘛有講到吼，這個多元化的問題吼。啊，萬一對像講這個中部这个科学院区第三期的这个审判吼，高等行政法院都判决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无效来撤销。但是你看行政机关吼，嘛正，咱歹势讲阿爸啦吼，但是就是讲正无接受，我都接受这个行政的判决。未来咱若拄到这个问题，我唔知影讲哈，柯教授你认为应该安怎处理较好咧？这法院的判决吼，对当事者。包括行政机关吼，有法律的拘束力个，啊，所以哦，环保署，伊一定爱接受这个法院的迄个判决。伊那总讲哦，伊无要接受法院的判决，监察院会当去甲弹劾，会当甲迄个甲纠正、纠举。啊，甚至讲哦，迄个我讲行政院长，伊嘛是爱针对环保署长，伊那无要遵守迄个行政法院的判决，这种是会当哦。用行政的监督哦来个要求，希望未来会当安尼吼，因为过去的八档确实发生这个代志吼，环保署长伫刊报纸否认这个判决安尼吼，嘛感觉讲行政院伊就无力来做这种判决吼，所以我未来咱希望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吼。当然啊，看到柯教授你提出这个做法，要来啊做司法的改革啊，我相信这是一个吼啊。艰难的工程了吼，所以咧，解决真正是坎坷叮叮塌塌吼，啊，万事起头难。人讲起厝用清工啊，拆厝一顿风吼，一个风吹落去，不了厝就倒了了吼。所以这物件，我想未来咱吼，伫所有的改革内底，可能这个政策的决策可能非常的重要吼。啊，这个是吼，咱讲好天嘛爱接好来牛，就是咱接你做决策的时阵爱思考好势，思考着讲未来吼，咱要来用。科学甲政治来做政策的评估，来思考着讲，咱一个政策实施了后会拄着什么困难，有什么歹的所在，好，咱来做管理的时阵，咱来预防。好，虽然咱知咱做决策的时阵，资料拢无够充分，好，拢会冒着一寡风险，但是咱来做预防。啊，政策的啊做物件咧，咱来交民众充分的说明，充分的好交换意见，好民众会当来得到重视。好，我想安尼政策应该会当看来。开当落实啦，吼，开实地开当来做安尼吼。啊，当然，他们就充分的交换意见吼。一项我本来是讲我中文听落是真歹啦，吼，所以我看较无吼。但我问我助理，嘛拢读法律的吼，伊嘛是感觉讲吼，真济物件，伊嘛看较真困难吼。每一句看起来拢慢吼，咱四字合起来拢看无吼。所以这个物件未来是讲咱要司法变让民众的信任。我想第一项代志，咱让民众看有判决书啦，吼啊，无啊，像这写这吼，有当实在是看袂了解。唔盲讲啊，未来咱考教授做司法院长的时阵，是毋是这方面会当来做一挂改进啊？诶，这是我若有机会，大院来当支持，我来当通过，当做司法院长，我会要求以后的判决书会当较白话，哦，会当互百姓，会当。看清楚安尼，因为这是爱较亲民啦，这是我相信这应该会当要求。是是，好、哦，当然，司法的工程才是啊，公共还是重大了吼，千金万金。
啊，我感觉柯教授面对各方面吼，以及一挂人提出政治性的啦，还是一挂足奇怪的问题，吼，柯教授会当坚持着咱专业的精神来做回答，吼，啊嘛真客气来回答各方面的问题，我嘛非常的钦佩。吼，咱嘛知讲，咱平面的好咧教册，吼，像我伫讲卫生学院，我的专业嘛无一定我的同事会了解。所以偏偏是宪法的解说，我想其他人解说可能也无像柯教授这么专业啦。所以我也是真钦佩柯教授，会当安尼充分来甲大家有意见的人做充分的解说，我感觉真好。最后就是讲，我想柯教授的学术、人品、甲经历各方面，咱伫社会上多数人拢非常的肯定。希望你未来伫入司法院以后，会当真来走出台北城。台北城人讲天龙城啦，天龙国这。谢谢吴委员。下一位，我们请王委员定语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得奖一定啊，麻烦那个徐教授，请。许教授，柯教授，高赞哈，辛苦。我想大法官或者是司法院长对台湾不只是未来归档哈，他可能影响相当大。那咱时常讲到司法的时阵，大概有几个字会出现：人权，或者是司法的信任度，或者是提到透明。政治力干预，或者是清廉度，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司法的效率，这几个关键字，只要在台湾提到司法，它都会浮出来，可能用不同的语汇，但是差不多大家社会大众所有纳税人关心的司法议题不离开这些，所以本席今天会用这几个民众关心的议题来就教于你，希望你成为一个称职可以被期待的司法院院长。第一个是。你之前参加法潮协会，你应该还有印象了哈。当年你爹来民工，你十几年你家电视都拆掉了，所以卖电视的做不到你的生意了哈。你没有看电视，但里面与会人有人跟你提到，说电视的评论对司法的伤害，你特别有提到说，或许可以研究媒体有无妨碍司法的问题。你知道你这个回答吓到很多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保守、反动的说法。跟我理解的许宗力教授不太一样，到底这个评论是怎么回事？你认为适当吗？还是要把这句话收回，或者做一个完整的说明？是不是请回答这一个部分 ？OK， 谢谢那个王委给我这个机会哦。基本上我只是认为这个言论自由跟人民受公正司法审判这两个法益之间应该要做一个权衡。那如果说媒体他的评论会影响到人民受司法公正审判的权利，那这个时候该如何取舍？那么这个我只是说往这个方向去思考，不代表说一定要这么做，因为这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言论自由跟审判权利的公正，这两个不见得是抵触的。没有错，没有错。而且审判的公正会不会被言论、评论、舆论影响，其实是在。法院这个内在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动辄去钳制媒体的评论或者媒体的言论，这个其实在人权或者是这个言论自由上会让大家会有挂碍，所以你特别是提到有关评论如果影响到审判的权利的时候，那个现有就有法律可以处理的，很多毁谤案件，很多案件都在进行当中。可你提到的是对媒体妨碍司法这一块要进行研究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见得很完整或妥适的说法。对对，可不可以让我你把多一点时间，我给你一分钟把它讲完，因为问题很多。Okay， 基本上我并不说一定要这么做哈，我们现在的那个广电法就已经有规定说，对，现有就有法律的。对，媒体不能够评论那一个侦查或者是那个在诉讼系统中的案件，只是说一直没有去落实。
那我认为说呢，这个法律的规定也一样是会有问题。我更是希望说以后呢，应该要修法，那个就是也要看分民事、刑事嘛。民事案件评论我觉得是 OK 的，刑事案件的评论呢，我们也必须要看他个别的情形。那个当事人会去主张哈。对的，我认为说，我们台湾最可贵的是在言论自由这一块，其实我们在亚洲好的相当不错。对对对，我非常同意。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你应该把它论述清楚，或者不适当的时候该收回要收回，因为这个点讲不清楚，会对一个所谓的大法官或者司法院长，因为你的位置很重要。当你提出这个点的时候，是往言论限缩方向走的话，大家会担心哈。OK， 那这让我讲，我不会就这样呢一意孤行就这么做。基本上我认为说，除非是可能法院可以用那个禁制令哦，他可能是会针对检察官，如果检察官对外的言论影响审判，也可能会针对证人，也可能针对被告本身。他不是针对所谓媒体，对，也有可能他是一个广泛的维持，不管是。受审判的或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你这样讲会比较完整一点哈。我接下来讲，我从这边理解，我为什么会说立功黑的委外加丢的功，我理解你不是这样子哈。你应该还有印象，这个665号的大法官的解释释宪文，665号其实讲的就是扁案的中途换法官这件事情。释宪文在这里哈，你在这里面有提到一些部分，比方说法定法官原则。在制度上应该是事先设立一般抽象中立的分案原则，随机分判案件承认法官，这是你的文字了。你里面还有第二个重点是，我们因为相牵连案件合并审判，其实当时就是用这样子把扁案审判到一半的法官换掉，周占春跟蔡守勋这个事件，所以用一个内规，用一个内规去推翻宪法层次保障人民公平受审判的权利的法定法官原则，我是很高兴那时候你是有保留意见的。那既然你有保留意见，你现在 要当司法院院长，又要 再次担任大法官，对这样中途换法官，而且用的方法是一个法院内部相牵连案件的定案，而且还让两个法官去瞧，两个法官讲不好，由地院的院长来裁释，这里已经有两次的人为介入，违反了法定法官原则。所以这个案子，以你现在站在这个位置来看，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基本上呢，我认为这个法定法官这个绝对是要一定要维持的哈。那但是呢，这个相牵连的案件呢，这个基本上呢，从诉讼的角度呢，也的确应该要合并来。我跟你讲，刚才说你写的意见里面是认为说，虽然内部这样并案不违规了，但是连让当事人讲话的权利都没有，事实上让人家对司法的信任度打折扣，没有错，毋庸置疑嘛。对对，基本上我认为是可以并案，这是你当时写的文字，当事人表示意见。所以司法的公信力被摧毁，有时候是自己的作为啊。你扁案有罪无罪，你喜欢不喜欢那是一件事情。审判到一半换法官，用的是一个内规去推翻法官法定原则，所以我这边请问这个许教授，为何当时的大法官会议有我印象有三位大法官保留意见，包括您，那时候大法官会议为什么会做出合宪的裁定？有没有外力介入？我可以跟那个委员百分之百的保证呢，大法官认的一个案件呢，完全都没有受任何外力的一个决定。那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可能就是某些大法官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影响专业判断了。我没有办法替其他的大法官，你没办法评论了，这个我让你讲有点为难了。可是那我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相牵连案件合并的内规，行政力有没有能力介入？这个我觉得是要设计一套机制，公平的一个机制来解决。所以现在的机制是，所以原来的机制有嘛？就大法官也许没有外力介入，但是每个大法官自己脑里面想什么意识形态跟专业判断，那个你不评论你的同事。但我现在问的就是，当用相牵连案件并案，那个是一个行政作为，那行政力在那一块是可以介入的。我这样说没有错吧？基本上他会尊重那个相牵连案件的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有介入的空间嘛？我实在是不清楚会
有建筑空间，但是我相信他有没有我们不清楚。我相信就是说，但是那个空间是存在的。法官们呢，他们如果抽签到这种那么社会瞩目的案件，其实大家都，所以我今天特别比较不希望提这个665号解释，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案件，那里面充满了政治的，因为社会上为这个争心有对立有冲突，可是我们那时候司法界用了一个行政的内规去推翻的宪法上保障当事人被公平审判的所谓的法官法定原则。那你那个时候反对这个东西，我敬佩你，但是当你做大法官做司法院长的时候，你要确保这个事情不能再发生，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发生的时候政治力行政力是不能介入的，因为它一旦可以介入，我怎么跟谁并还可以两个人瞧，瞧不好的时候停院长裁定，那个已经离开宪法层次太远太远。好，所以许教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个事情它真的是发生过，而且它很罕见，那它就发生在扁案上面，所以人民很难不相信说这里面没有政治力介入。所以我这边特别提这个案子，当时你的意见书我拜读完了，当时这三位大法官写的是不错，但是过去的事情未来也许会再发生，要看你怎么做你的司法院院长。另外一个案子在530号的大法官的释宪文，我刚才讲的是665号，我现在请教是530号。530号的大法官释宪文是2001年民国90年的宪法解释，他讲的很简单，他就告诉你，他说根据宪法77条，司法院是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可是我们现实上司法院变成最高的司法行政机关，然后另外弄了大法官，弄了最高这个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公惩会，所以公惩会在我们的宪法里面，它是放在司法这一块。所以民国90年的大法官的释宪文530号就告诉你说这件事情不对，请司法院2年内做妥适的修法，来以符宪法精神、宪法体制。当时是民国90年，民国92年这没有修改，到今年也没有修改，所以我们就变成应该是司法院是最高的司法行政审判机关，变成拆开来，他管行政，司法院长，可是这边又你又当然又是大法官，大法官旁边又有最高法院，变成叠床架屋，也不符合宪法。所以本席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担任司法院院长，这件事情多久以内要解决？这个这个一定要解决的，因为呢530号解释呢做成之后，这个无论如何司法院院长大法官都一定要去落实这个，要去面对这个解释令嘛。对，这个我一定，对，我一定会去落实那个530。那这个应该就是会短期计划、短期、中期、长期，最后这个长期大概就是会那个司法院大概最后就会剩下15个或9个大法官。这个东西要尽快提出修法来。2008年司法院曾经提过修法，可当时立法院没有处理，已经15年了。如果大法官的解释可以放在冰箱里面15年，解释又有何用？我们要求百姓守法，我们要求人民纳税，我们要求人民守宪，结果大法官做出的解释，我们政府不管他，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他不没有什么短中进程，应该尽快把旧的修法版本再看一次，没有问题，应该就送到立法院来，让司法院真正成为符合宪法77条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这点我可以期待你吧，尽快送进来。5302是我的政见之一。你的政见之一啊，那希望落实你的政见了。那另外一个是商事法院的问题，我昨天在公听会也有提到，你知道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在2015年各国经商环境报告书第222页，他提到台湾在189国当中，我们的经商环境，他说 Doing Business 是第19名，不好不坏了，我们应该可以更好一点。那你知道在细项里面有一个叫做执行契约 Enforcement Contract， 执行契约上面台湾竟然排名在全球189个里面第几名你知道吗？第93名。那个单项在讲什么呢？那个单项就在讲各国的商事司法，就是有关商业行为司法裁判的效能，就是这个项目。而这个项目呢，台湾严重的不及格，排在落后国家，拖累了我们整体排名。所以我们常常举一些例子啊，我们讲说像那个搜狗的案子，
到现在十五六年了，还没结束哎。一个经商的案子，或者说像那个中华开发跟金这个金鼎证券的合并案，诉讼时间从2005年弄到2015年才定验，10年。所以，当我们现在新政府要南向政策，当国际经商环境越来越复杂，甚至一个巨蛋案都可能要经由上市法院来做裁定的时候，我们现有的司法的体系随便一个处理10年起跳，甚至于搜狗那个案子2/3左右的法官都经手过，到现在都不能裁判，那个叫荒谬。而新加坡在跟我们比赛，新加坡2013年1月首席大法官，也就是你这个位置，他的首席大法官在2013年1月宣誓说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 SICC， 就是专业法商业专业法院的可行性。2013年1月，他2015年1月正式成立，而且为了让他国法官可以到新加坡的法院执行裁判，他们还修宪，为了是商事法院，美国各州也都设立了。所以我现在最后38秒哈，商事法院我们司法院讨论很久了。我们太多事情原地踏步了，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530号一样。请问，如果你当司法院院长，这个多久要开始实行？我会尽快的来落实，因为上次法院现在已经都规划。对，这个不能再慢下去了。那我最后要提醒你，我们希望大法官会议像美国的大法官一样，能够定期每周开庭。啊，这个我第二个我会让他开公开庭，让人民可以看到你们审判的过程，然后最好能够上网直播。如果不能上网直播，最起码也要做到影音档上传，因为不牵涉到个案当事人的隐私的话，越透明，让人民知道你们审判的。好，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苏委员巧慧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主席，我们请许被提名人许院长。请许被提名人。嗨，教授好，辛苦了，你整个早上。那我想我今天呢就以三个面向向这许院长提名人请教。第一个面向呢是从人民对司法的信任还有现阶段的司法问题来做请教。第二个部分呢则是请教司法改革的目标策略和进程。第三个则是针对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确保与深化。我想我就这三个面向来向许被提名人许院长这边就做请教。那我想我是法律人，事实上教授您是我的老师，那当过律师，所以我们对司法特别的有感情。大家都知道这个司法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司法崩溃，这整个自由民主大概也就会瓦解。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今天都把建立一个让人民可信赖的司法制度列为我们今天要讨论最重要的任务。我想院长这边，不管是从你被提名的当天，或者是您今天的口头报告，司法改革都是列为您的第一要务。但是司法到底在现阶段有多么不受台湾人民的信任，我想在这里先提供许院长这边几个资料。第一个是根据美国盖洛普民调公司在2013年针对各国司法制度的信任度的调查。教授您看看，我们在亚洲的部分台湾是最后一名，而且从这个数据来看，其实它是大幅的超越其他地国家。这个超越一点都不值得光彩，这个超越是代表了人民对这个司法制度深深的不信任。那另外呢，这几年来其实国内的媒体和民调，媒体和杂志也都有进行民调，结果是差不多的。最令人震惊的其实应该就是司法院自己在105年所做的一般民众对司法认知的调查报告，就是司法院自己做的报告。我刚刚看许教授这边对这份报告似乎还没有掌握到，我再提出一次让您参考。他这里有两个问题跟我们今天要谈的司法改革，也就是人民的信任度特别有关系。
第一题是法官能独立审判，不受其他因素干扰，你同意吗？他的问题是这样，院长，你看看我们一般人民的感受，他的数字是多少？他的同意只有三成，但是不同意，也就是认为对我们的司法案件会受到其他因素干扰，他的不同意度是有到六成这么高。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题，他说法官对穷人和有钱人的判决标准是相同的吗？这个问题更可怕，也就是您刚刚自己都感到震惊的，表示说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是这样的数字的？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一般人民认为我们国家对于有钱没钱这个因素会不会影响司法判决，竟然是有高达七成以上的民众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在这样的人民感受下，院长您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在第一次的说明报告，或者是刚刚的口头报告，你其实主张解严之后审判独立基本上不再是问题，人民对司法的质疑是转移到裁判品质上，也就是你已经认为完全的独立咯。那在这个今天的报告第一页里面，你也说政党政府干预审判已然绝迹，许教授，您确实是这样认为吗？我们完全司法已经没有受到外力的干预了吗？民众的期待是这样，民众的认知是这样，那您即将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司法院院长了，您认为呢？我个人的一个了解呢，这个司法在法院体系里面，院长他们根本呢就不敢去干预到那个法官的那一个个案的审判，所以我个人的一个理解，这几年来呢，应该那一个政治干预，上级对那个个案的干预呢，基本上呢都不会，尤其法官呢现在是真的非常独立性，如果你稍微会影响到法官他个案的那个审判，那个法官是相当敏感。我个人是认为可能哦，这个独立审判呢，因为独立审判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外部独立，就不受外部的干预；另外一个是内部独立，就是说法官他必须是自己，他可以法官的义务，你必须不受外力的干预，或者不受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可能民众是对于法官，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依照你的道德、你自己对法律的信念、你的良知来审判，这是法官要自己尽到的义务。比方说这个不要因为你的政治立场会影响到你对那一个被告的那个审判，或许民众是对于这一个内部独立的义务呢可能是有所怀疑，可是外部独立我个人是信心比较大了。院长我想是这样啦，教授，我想今天是这样，我们在这里审查是不是适合担任大法官，是不是适合担任司法院的院长，尤其是在院长一职，其实我们要审查的标准就是两项，第一个是我们的被提名人他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对于种种事物的价值判断是否足以作为社会的判准，这是我们在决定大法官是否适任最重要的标准。然而如果是进行到司法院院长和副院长人选是否适当的时候，我本席认为这其实还应该要加入了司法行政能力的考量。那么在就司法改革的这一点，如何增进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而言，其实我认为您这样子的说法其实并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民众就已经在认为说我司法是不够信任，不能被信任的，我们不信任司法，可是你却提到的是你的辩解却是这应该是你的误会吧，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完全民众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认为呢，即使是一件司法不公正就是不公正，虽然我们有信心，我们也期待这整个的审查是公正的，是不受外力干预的，但我们应该要有决心和信心，是把矛头先对准自己，也就是司法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向民众向社会解释的时候先对准司法院自己内部的改善，这样才是一个可以建构民众信赖的司法制度的起步，这是本席的认为啊。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想请教院长这边对司法改革的目标策略和期程，本席想今天提供几个数字供许教授这边参考。目前呢，在本院的司法法制委员会当中待审的法律案
和司法院有关的一共有36个案子，其中只有一案是由司法院提出的，那其他的所有的法律修正案呢，其实都是本院委员或党团所提出的。我想请问许教授，你认为现在司法院的相关法制是完备了吗？司法院是不是可以再送法律案到立法院呢？如果是的话，又有哪一些案子是您会优先送的呢？如果我担任这个司法院长，我马上想到的可以做的，其实就是那个羁押，就是那个羁押呢，不要在一审跟二审之间来来回回。我觉得这一个来来回回五度五关或者几度几关，包括现在的那个乐生案，我觉得这个都是现在，如果我是院长的话呢，我会马上去推这个案子。所以你认为有可以值得动作的法案？对对对，还有包括那一个犯罪被害人，那被害人我也希望说能够修法，让被害人能够参加诉讼，而不是说因为现在的被害人他顶多只是一个证人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如果让被害人也能够在诉讼上有一个参加人参加诉讼一个地位，我想这个都能够让这个民众呢对于那个司法公信力能够渐次提升的一个，我觉得这是马上可以做的。教授，我就是认为可以马上做的这一点，其实应该要昭告让社会大众知道，因为您在提到司法改革，作为一个院长，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司法改革。可是，在司法改革您提出来的项目当中，其实针对你司法院本身可以做的琢磨并不多，你有相当多的改革方案都是说提交司法国事会议来做讨论，我认为这样的速度跟不上社会的期待。就像您刚刚说的，您心中已经有复案，有好几个案子其实是司法院本身就可以推可以做的，那其实我觉得司法院就可以加快脚步啊，你认同这样的看法吗？这认同。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这里我再提出几个建议。我也同样认为司法院可以做的，就是刚刚提到了释字530号的这个部分。530其实是针对最高司法机关就审理事项有规则制定权吗做出解释。那现在的解释文呢，其实是基于司法机关应该有自主性，所以本于司法自主性，最高司法机关就审理事项是有发布规则的权利。可是针对这段解释文，本席并不认同。本席较为支持的是已故大法官黄岳清的看法，也就是说，司法机关的审理规则其实应该要由法律授权为之。毕竟审理案件的部分，其实正因为它是司法院的内规，导致人民无所适从。他觉得这些规定都是司法院自己规定的，是法院里面自己规定的，那我没有救济的权利，也没有有效的内部稽查制度。所以我想请问院长，有没有可能将来的司法院是把涉及人民权利义务的内规法律化？这个如果是严重影响人民权利，根据法律保留，这个的确是要法律化。所以答案是肯定的，你也认为，你也主张应该要把这个内规审查的内规法律化。这个就是要看那个内规对人民的那个基本权利的影响的一个程度。我相信这个530它当时呢就是有分那个程序，并且呢也不能够影响到那个审判的那个核心的事项。那么像这些呢，它才能够用那个规则来处理。我相信530释字其实处理了相当多的面向，您刚刚也提到这个解释文就是你的政见之一，所以我在这里就这个面向提出来，其实要让人民能够有信任的司法制度，这个审判的规则它如果能够明确的法律化，我相信会是一个很大的起步。那另外呢，我也在请教，刚刚院长有提到说要能够让人民有信赖的司法，其实法官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提到进去如何让这些法官的人选再扩充或者多元之外，并且有资深种种入场的方式您都提到了，但刚刚退场的机制院长这边琢磨不多，请问你对法官评鉴制度这里态度如何呢？这个会是你优先推动的状况吗？这个法官评鉴制度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研究，因为在这里就是涉及到说，我觉得这个最困难就是说什么是不适任法官。那这个不适任法官我们要怎么更明确化呢？这个我目前没有办法呢给你一个答案，但我觉得这是要研究，因为这是涉及到退场，退场必须要非常这个严重的，那这个我觉得应该要在这个法律更明确化，
在什么样的情形呢，你才能够让一个法官，我知道要非常的严谨，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其实想要表示想要征询院长的其实是一个态度，是您认为这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会不会是快点推动，因为我在这里提供资料给院长这边，其实从2012到2016的9月这样将近五年的时间，法官评鉴的结案件数只有44件，可是44个结案件中由司改会申请的案件是高达28件，那由司法院及各级法官各级法院申请的只有8件。我想光是看这样的对比，任何人都会说这个司法公信力不彰，司法机关真的是咎由自取，所以我们非常期待教授您如果这样之后有机会担任院长的话，刚刚已经举例的非常多其实是司法院本身就可以加速推动执行的具体方案，其实我相信在这里面如果能够多所琢磨的话，民众对于司法院有魄力有决心要做司法改革才会信心提高。那最后呢，我在这里呢再多最后一个提案的部分是也要提醒院教授，这边大法官审理案件法其实也已经从1993年修正之后再也没有动过，没有办法因应现在的状况，所以我想教授这边如果这次可以通过的提名，这应该也可以列入你优先推动的法案之一，教授可以答复吗？可以可以，这个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也是呢我准备要推动的，也是准备要推动。对对对，所以刚刚院长其实你的口头报告里面虽然都针对了司法院改革，司法改革的部分琢磨甚相当多了，但我想如果能够有这些更具体的方案的话，对于我们来做一个审查，其实不只是委员们有信心，我想整体社会也都会更有信心啊。那最后在这个时间，我本席想要就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确保与深化请教许教授。教授您在座谈会中也提到从国族认同谈宪法危机这个部分，你说了其实我们现在台湾这边就是有这个宪法分裂症，所以你提到有没有可能透过解释将宪法改成特殊国与国关系一举解决正当性危机，你可不可以利用短短的时间再次说明呢？基本上我是认为说呢，这个透过我们现行宪法的解释呢，我们目前台湾跟对岸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国与国关系，那这一个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那个好，谢谢苏委员。下一位，请蔡委员异于询问，询答时间为15分钟。请许教授。来，请许教授。教授好，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好，那可以在大法官同意权的这个场合跟教授来针对现在台湾司法改革的问题来做一个，好，来可以来问教授哈。那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我看了上午哈，那国民党很多委员不断的执着于所谓在任跟。大法官在任跟是否会等同于大法官连任这件事情，我想就宪法哈，宪法我们征修条文第五条已经规定得非常清楚，就是大法官的任期8年，不分届次，个别计算，并不得连任。好，如果以这样的一个用语，它的一个清晰的一个程度，那你去对照德国在1979年他们3月20日通过的德国联邦宪法第四条第二项规定，法官不得连任，亦不得再任，他已经非常清楚地定义出所谓连任跟再任是不一样的一个法律概念。那在这样的话，我们在参考德国的一个联邦宪法的体例中，那去就我们宪法征修条文第五条这个定定，我们就已经宣示了在任跟连任的概念是不一致的。我想这部分院长对你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吧，对不对？
那我想要再把我们再把层次再拉高一点。所谓大法官的形成是怎样？我认为大法官他来自于宪法，他是宪法最后的守护者。但是宪法他的权力来源来自哪呢？来自于人民啊。宪法的权力跟他的目的都是人民。那如果我们现在的宪法，他从过去总统提名监察委员同意，这是最原始78条的条文。监察委员他未必能代表民意。我们在征修条文中，我们为了体现台湾民主改革，台湾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人民，所以我们把它改成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由立法院来同意，是就为了让这个大法官他的产生有双重的民意，就是在行政权的民意也认为行政权总统提名已经有这部分的民意基础，在立法权透过立法委员多数决的一个同意权的一个行使，让整个立法机构也相同的获得这样的一个民意基础。那如果徐院长，徐教授，你在顺利通过了我们立法院同意权，让你担任下一任的立法院长，也是下一任的大法官的时候，你就已经具备了足够当代大法官的一个民意基础，这部分没有所谓违宪的问题，我想这没有问题吧？对，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很期待未来我们司法院是可以由徐教授你来带领。那当然，现在的司法院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司法院，也就是整个台湾的一个司法体系，你在民调中竟然可以有高达70%以上的人对于检察官是不信任的，80%以上的人对于法官不信任。院长，你认为这样对于检察官、对于法官不信任，它是来自于什么呢？这个真的就是，如果我担任司法院长呢，其实这是我的目标呢，其实就是要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那这个你是要问我要怎么来做吗？院长，我直接跟你说了，单一个相同状况的案件，也就是陈前总统的国务机要费案，跟马前总统的特别费案，他们被同样一个法官，同样一组法官，由蔡守训担任庭长的一个法官，做出截然不同判决的时候，台湾的司法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这个是我个人的认知，但是我还是要回到的说，那在扁案的这个状况中，许教授，在扁案的时候，当时候你是大法官，你在于这个655号解释中，你对于所谓的法定法官原则，所谓这个台北地方法院他们在更换法官已经确定是由中站村法官的时候，结果台北地方法院透过庭长的斡旋，把他换到了蔡守训法官，这部分院长你曾经是有不同意见书，那你现在依然是这样的捍卫你过去的一个主张吗？对对，一样是这样捍卫。对，因为院长我要跟你报告的是说，哈，这个在德国基本法101条第一项，他们规定了任何人在诉讼案件中的法定法官不容被任意剥夺更换。所以许院长，未来你当司法院长的时候，你可以把法定法官原则把它拉到了法律保留，把它拉到了法律保留，让人民他们至少我可以，一旦我的法官已经确定了，我不会因为任何的政治干扰，我不会因为任何的一个状况，让我审理到一半的过程中，我的法官被抽换掉，我要面对新的法官，完全不合理。对，这个我同意，应该要让这个当事人至少要有表示意见的机会。那如果能够提升到法律位阶，我也觉得是很好。这个以后会来讨论。那我希望院长这部可以慎重考虑，以后法定法官原则就是要回到法律保留。回到法律保留。那第二点，我要请教许教授的是，
教授，你认为台湾的法院会不会太多了？台湾不同系列的法院会不会太多了？那我举例啦，我举例啦。目前现行上的法院有民事庭的法院，有刑事庭的法院，那也有行政法院，还有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以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会不会变成说台湾的法律变得非常的不亲民？我人民遇到的案件的时候，我无法知道说我要选择怎样的诉讼是我的权利救助。院长，你同意这样吗？这个就是要分审判权来决定到哪一个法院。那如果说我们以前也曾经做过解释，如果人民因为审判权的认识错误而起诉到错误的法院，那这一个那个法院他有义务主动就把他的那一个案件呢，就是移送到那个正确的法院。所以这个问题是目前这个算是比较出现的问题，算是比较小。那么这个法院的类型多啊，这个在英美法系大概就是不会分，就普通法的系统就只有一个法院嘛。对。那么他就分好个，就是一个法官，我可能是今天开庭，我这个是开民事庭，另外马上就开刑事庭等等等。那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传统上就是有这么分。德国它也是有五六种不同的法院，财务法院那个这个行政法院、社会法院等等等，他们分的比我们更细。但是院长，就我认知上，像在德国，他们虽然很多不同类型的法院，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台湾又把行政法院把它拉到了一个跟一般的法院是相同层级的。所以我今天要跟我要有、啊、他们也有联邦行政法院，有行政法院。但是我要跟院长讨论的是台湾的行政法院，台湾行政法院这个架构。我跟院长讨论说，如果我们台湾要留着叫做行政诉讼，叫做诉愿，它的最终的一个救济途径叫做行政诉讼的话，如果我们要有这样的体系的一个安排，但是我们在请求国家赔偿的时候，它是人民跟政府请求赔偿，但是它不是在行政法院啊，它又是在民事法院。我们在主张选举诉讼的时候，选罢法，这个也是跟国家的整体的行政是有关的，它又不是在行政法院，所以它是这个架构是非常的奇怪的。那我们现在院长，你认为我们现在行政法院人民打行政法院的诉讼胜诉率高吗？比过去呢已经提升很多了。在早期呢，行政法院曾经被说是驳回法院，对。但是呢，最近这个从那个行政程序法它公布之后呢，这个我就并且呢，我们从解严以来，公法越来越兴盛之后，我觉得这个行政法院呢，它的发挥人权保证的功能呢，跟过去相比，我觉得已经有长足的进步了。我相信有进步，但是如果就我整理的一个资料，在税负诉讼是典型的行政诉讼。人民应该要有税负的人权，就是人民不应该在收到税务局的税单的时候，他就抓了一单而已，就什么办法都没了啊！大家也是跟他说，哎，你可以去救济啊，你可以去诉愿啊，你可以去打行政诉讼啊。但是就我这边整理出来的资料，民国88年到97年，这个税务诉讼胜诉的一个比率是15%。在100年到102年，税负诉讼胜诉的比率剩下6%。这5年来最极端的在高等行政法院，这5年打了127件，结果只有1件胜诉。所以人民跟政府在政府课税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认为他的课税税基有问题，我认为他的课税没有符合税捐的一个证据法则，我去打官司，我每件都输。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说，我们现在行政法院的法官，他们基本上我们的法律养成中，包括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学到，我们几乎都不会去学到财政，去 学到税法的一个概念。但是这样法官养成后，他可能分配到了行政法院，他就要处理到了跟这个人民财产权最直接相关的一个状况。
结果这样的法官，他们没有说服的一个概念，他就要去审理这样的状况，这样的案件，我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这部分是不是可以也列入未来院长要推动司法改革重要的一环？啊，这个我依我的了解呢，这个行政法院各种不同的行政案件的类型呢，的确税务案件呢是占的那一个数量非常庞大，那么也的确人民的胜诉率也的确是比较低啦。对，那我想这个有我曾经跟税法的老师有过研究，那么就是这个原因很多，当然可能就是税，可能过去的确比较不受重视在大学里面，但是现在各大学税法已经是越来越受重视，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对，那么但是院长，你要始终体会到一点，就是说，对，在税负人权的一个概念之下，人民跟政府税务局，他掌握的是绝对的一个权利。人民在税务官司的面对财政部、面对税务局，他的抵抗力是很弱的。结果法官他都会站在维护整体国家政策的一个立场。也许他的判断上，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形成他的新政，但是以胜诉率这么低，那我不相信这些胜诉率、这些败诉的案件中，每一件课税都是完美无瑕，都是没有瑕疵，都是没有必要要把它确定下来的。我不相信，这涉及到人民财产权的，我觉得这部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改革。好，那一个 OK。那最后一点，想要请教院长的就是说。我还是要认为到，因为院长现在推动司法改革，当然很大的一个琢磨就放在了人民参与审判。那到底人民参与审判，我们应该要走怎样的制度？那我看到院长之前的公开的一个谈话中，院长去讲到说，陪审制是短期内无法达到，所以我们未来的司法改革是朝向参审制。那我想要请教院长是这部分的一个论调。我先来问，如果基于宪法第八十条，宪法第八十条所规定，法官必须超出党派之外，依律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所以在宪法八十条的一个精神之下，你不管采取陪审制还是你采取参审制，都不会有违宪的问题。这个院长同意吗？我同意，都不会违宪，都不会违宪。所以人民参与审判不会影响到，是不会影响到现在的整体的宪法的架构的。对，我认为不会。法官主导程序，人民来参与审判，来决定是否有罪无罪。这部分院长同意。对，我可以同意。对，那院长在同意这样人民参与审判是宪法赋予人民的一个权利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正视？因为在陪审制的架构之下，你一旦有法官在做所谓新政的产生，在新政产生，你一旦有法官在，你人民的角色就会相对的低落。所以你真的要司法改革，要让人民可以进入这个审判程序，就只有陪审制。院长可以吗？可以思考看看吗？好，谢谢蔡委员，谢谢许备提名人。好，报告全院委员会，本日上午对司法院大法官并为院长备提名人许宗立询答部分到此为止，谢谢许备提名人宗立列席答询。下午2:30进行对司法院大法官并为副院长被提名人蔡炯敦之资格及是否适任相关事项之询问，现在休息。